各位好，我们再继续探讨编译器的原理以及它相关的最佳化。然后在我们之前呢，已经有提过，包含说这个 SSA，这个 SSA 是什么呢？是 Static Single Assignment。所以我们提到说，在这个20年间，SSA 其实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甚至你可以说现代编译器最佳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在20多年前，事实上呢，有很多编译器的最佳化策略已经被提出来。但是为什么说 SSA 这么重要呢？因为它相当于是个集大成。你就想象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复杂的这个程式的运作啊，程式的这个行为，不管说分支也好，function call 也好，你想要到很多复杂的议题呢，我今天有机会用 to。就是 graph，用 graph 的方式呢去表示，但是它的一开始动机是非常单纯的。在我们前面有提过，就是说每次我们做 assign 啊，就是说比如说把 assign 这个数值 assign 到 A 啊，这样操作我们这叫 assignment。那我每次 assignment 的时候呢，加一个 which number 啊，所以像你右边可以看到说，我每次的这个在指派啊变更数值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像 A 啊底下就有一个 which number 一，B 的话就2啊，以此类推。然后再来是你会涉及到分支，像你在右图可以看到说，像这个 A 这个数值就很 A 这个变数就很有趣，它的数值有两种可能啊，一个是走左边的路径，有可能走右边的路径。好，不管说左边也好，走右边也好，关键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用这个 virtual number 搭配这个 fee function 啊，所以其实 fee function 就是让我们可以去追踪这个数值变化。所以事实上呢，有趣的地方是原本程式。它是很复杂的行为，但是呢，我们通过 SSA 搭配一系列的这个策略啊，所以你在画面中看到这些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策略。那我们在第一个部分呢，其实花蛮多时间跟大家探讨说这些策略的组合。所以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就像你右边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程式，这样的程式呢看起来非常复杂，就是我们所谓的加减乘除，对不对？基本上除了这个。减法以外呢，事实上你所有的操作都已经在右边看到程式，就是都已经出现。但是好玩的地方是在这个过程中，编译器呢，就是至少我们所谓的现代的编译器，GCC 4.0之后呢，你可以发现说，它直接给你一个回传一个等于零啊，等于那个数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因为过往的这个编译器啊，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能力的编译器呢，它往往呢，它会。转译成就是照主行啊，就是看到，比方我氛围圈啊，比方说 assignment 啊，比方说乘法的除法，我就做相对应的这个转译，它没有办法做有效的最佳化啊。但是也要注意到一件事啊，不是说 SSA 出现之后才有最佳化，而是说过去的最佳化是往往是很多很复杂的策略。你就想要说象棋的话，它背后有非常多这个原理。那当然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化解，比方说我们讲这个。五子棋好了，那你会知道那个就是活三双，就是这个就是，比方说这个死四啊，就是四个什么，就是四子排列起来哈。那这个你这个地方你就要准备输了嘛哈，或者说你有三个子啊连续排，但是它是活三，就是说也就是说往上面、下面啊或者左边、右边都可以排。这样的话呢，就是基本上你在。做五子棋的话，你要做很多这种搜寻。同理，就是说过去的方法呢，是用大量的这个知识库就是它整理很多这种知识策略方法，然后呢逐一去试用。随着这个程式规模的提升，是往往这些最佳化很难有效去实行。所以 SSA 呢，基本上它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它把程式的这个逻辑转换成这个我们用图论我们用很多方式可以去表达的一个机制。然后呢，这个我们这里面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这一系列这个操作啊，那就把很多种最佳化策略把它组合起来。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呢，就是包含说这个后端啊，就是说真的产生这个最终的这个 Intel 的指令也好啦，ARM 的指令也好啊，甚至是产生另外一种程式语言啊，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啊，编译器其实它不是只是把人类看得懂的。程式码转换成机器码不是那么单纯啊，其实有可能有另外一种组合叫做 source to source compiler，就是说
来从原始程式码转为另外一种原始程式码。当然，另外一种原始程式码可能它比较低阶啊，或者它比较特别啊，比方说一般人没办法直接看得懂啊，这也是一种。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张图呢，它就是把这个 GCC 的内部结构重新看一次。那你可以在画面中可以看到有几个东西蛮有意思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左上角呢是你输入的语言啊，那输入语言当然有可能是所谓的 C 啊、C 加加啦、Java 哈，或者 Trident 啊。Trident 是这个 GCC 内部的哈，内部的一个自己定一个小型的程式语言。当然 GCC 现在也支援 Go 啊，所以当然这些语言都是一个输入。你有这样输入之后呢，你要经过 parser，所以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说，电脑科学第一门学科就是所谓的编写，这里面呢跟语言学有非常大的关联，所以你会在里面看到非常多哲学啊，甚至数学的啊，这个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的朋友应该会觉得蛮困惑的啊，因为这可能是你第一次啊，就是接触到这么正规的数学，就是这么抽象的东西啊。其实数理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抽象。那我认为呢，很多人程式写不好，当然说我过去的我啊，因为之所以程式写不好，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抽象程度的掌握啊，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训练啊。那当然我想这个大家慢慢可以体会这个东西的重要啊，因为它的关键在于可以推广啊。你有一个就所谓我们那个成语叫什么"举一反三"啊。那电脑伟大的地方就是说，它把很多很冗长、复冗长，但是很简单哈，就是冗形式很冗长，但是每一步都是非常简单的，一步接着一步去推导啊。那我们在第一个系列也跟大家讲说，我们之后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形式化验证啊，像以及相关的这个背景知识啊。那其实它有很多议题呢，都是从非常小的环节啊，逐步去演化的啊。好，那注意到这一个地方是 pass 啊。就是从事实上更好的说法是从这个 Lexer 啦、Parser 啦这一系列去组合出来的。好，我们先忽略这些复杂的操作哈。注意到哈，这个东西的学问也是很大啊，所以我们之后也会再详细跟大家探讨这个部分。好，不过我们先忽略它。好，我们先忽略这些细节，我们先从纵观角度想。那我们分析完给定的这个程式语言输入之后呢，并不是那么单纯啊。事实上呢，你要转成一个中间的形式。好，所以在 GNU 的 GCC 里面呢，就是它有一个 Gimplify 啊，因为它的中间语言叫 Gimple，把语言前端转换成 IR 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叫 Gimplify 啊，就是 Gimplify。然后呢，再是我们前面讲那个 S 处理 SSA 啊，然后所以我透过这一系列最佳化策略啊，所以基本上一个成熟的现代成熟的编辑的这个最佳策略往往是好几百道，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好。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这个黄色跟蓝色的地带啊，就是说这个是跟硬体啊，就是最终的这个输出标的是无关的。好，那红色以后的东西就有趣了，就是跟最终啊，就是机械码也好啦，或者另外一种啊，我们指定的这个标的，那我们这个英文术语叫做 target 啊，就是这样跟我们的 target 有高度相关的。那当然，我们当然要产生这个最终的程式码，但是注意到呢，这个转换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注意到啊，我们今天讲的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好，那注意到画面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叫做 RTL 啊。那 RTL 就是我们这个环节非常关键的议题啊，RTL。好，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中有一个 CC1 啊？所以 CC1 是什么呢？是 GCC 里面的啊，因为我们知道。GCC 它其实它不是 C 语言编译器，好，当然第一版的时候是这样哈，但是就是说随着这个时代的演化哈，这个 GCC 已经不是一个 C 语言编译器了。正确的说法是它是 compiler driver，compiler driver 里面呢，它会经过非常多环节，可能在 preprocessor，有可能在 C compiler，有可能在 linker，好，反正就在哪个阶段会可以带到从原始程序码带到你预期的这个环节。然后这中间呢，CC1 啊，CC1 是一个什么呢？是真正的 C 语言编译器。好，然后呢，经过这么复杂的操作之后呢，最终呢才会产生什么？对应的组合元输出。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哈，就如果我们看得更细的话，好，我们刚才提到 Gimple 啊，Gimple 是这个 GCC 内部的 IR。好，然后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那个很有趣那个5566那个城市，还记得吧？啊，就是那个很复杂城市，然后最终变零啊，这个5566城市，基本上呢，我们讲的环节都还是在 simple 城市啊，不管我做了这个 constant profession 啊，做 DCE 啊这样操作，我不管做了多少事，都是在 simple，都还是在 simple 的这个层次。在接下来下一个环节就是 RTL 啊，注意到 RTL 是 GCC 特有的啊，不要跟那个 EDA 里面的 RTL 搞错了哈。好，RTL 之后呢，就跟最终的标的端啊，就是所谓的 target 啊，target 有关的这个输出有很大关系啊。中间又是新的故事，所以我们接下来探讨。在探讨之前呢，我们来先来回顾这个，就是在必要的一些设计哈。那我们来看，我们来先来复习啊，这个 GCC 的前端啊。那当 GCC 前端在做什么事？就是把这个程序员输入啊，程序员的这个程式码啊，然后我要去解析它，然后我会把它转换成右边这个形式。好，那我们之前在讲这个第一阶段在讲 S expression 的时候有看过类似的图啊，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重新来认真看一下这个部分。这边呢，这个程式码在做什么事呢？它是一个刮起来啊，就是 A 减56啊，先做运算，之后呢，再把这个结果除以 C，会得到一个新的输出。这个新的输出呢，会把它指派到 B 啊，所以注意到这个操作啊，所以你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哈，在这边来讲话呢，这个 A 减56啊，我把它解析成这样，然后这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去拿去除 C 啊，然后之后呢，接下来下一个指派动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operator 呢基本有三个，一个是减法，一个是除法，再这个 assignment 啊，注意到这个东西不能念的等号，因为什么？它是做指派的动作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CC1 啊，所以 CC1 它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呢？基本上你可以看这个画面中这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去读取。C 语言的程式码，好，注意到一件事，在 CC1 读取的程式码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什么井号 define 那种东西啊，没有，好，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 C 的 preprocessor 啊，也就是 CPP 已经处理过啊，所以基本上你在这边来讲的话，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会有 macro 啊，所谓的句子不会有这东西的，好，然后呢，必要的这个宣告的部分呢，基本上都已经存在，好，然后再来是呢，你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简化版的一个 ST，这个 ST 呢，基本上已经很接近 IR 了啊，但是就是它去分析这个做这个分析这个不同的 token 啊，然后再去解析啊，就比方说一些语义的解析。然后呢，注意到我们在 IR 的时候呢，Jimple 的 IR 大概会长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阶段看到的程式码啊，你会看到这边有个坏回圈，然后呢这边会有加法、乘法，然后还有这个 return，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呢。在右边的时候呢，我们前面有讲过那个语法堂啊，还记得前面讲的语法堂吗？像 for 啊，西元的 for 就是一个语法堂。这样的语法堂呢，基本上都被舍弃掉，它会变成什么？go to 啊，因为 go to 来讲的话是这个最直接啊通用的形式，那它也是在电脑语言非常重要，它就是一个 branch 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一到三的话呢，就是这样，经过这个语法分析，然后呢，我得到一个中间形式。然后再是呢，我们要把它转成这个 TreeSSA 啊，转换成 TreeSSA 的时候，记得一件事什么？有 virtual number 啊，所以注意到啊，所以我们这个标出来这个部分，比方说这个 A8 这个东西，对不对？就表示它在指派的时候呢，怎么样？还有一个 number 号。那同理，下面比方说 G 有10啊，这个 G 10呢，就表示什么？表示它也是一个 virtual number 啊。那当然，这过程中也会有什么？也会有 free function。好，然后呢？下一个环节又更好玩了。第五步的时候，注意看啊、哦，第五步呢，它也是一个 IR，可是这个 IR 我们称为叫什么呢？我称为叫 RTL IR。RTL IR 呢，同样在 GCC 里面呢，还是什么 S expression 啊？S expression 呢，当然我们这边没有太多时间来探讨这个细节啊、哦，那你可以参考我这个 Wikipedia 上面的描述。简单就是它就是一堆挂号了啊、哦。那以前呢有个笑话啊、哦，这个笑话是这样啊、哦，就是说。这个以前呢，就是有那个你知道冷战时期啊，哈，冷战时期，美国跟这个当时的苏联哦，非常的紧张，然后呢，就会有那个双方都有间谍，那当然不是只有苏联啊，包括说这个东德啦，还有这个所谓这个共产国家地区啊，都有个自然间谍。那所以呢，以前有个笑话就说呢，这个苏联的间谍好不容易派人啊、哦，
潜入这个屋角大厦啊，要去偷取美国的机密啊。但是很不幸的地方，偷取这个美国机密的时候呢，它是一本手册。好，这个手册呢，这个俄国间谍只偷到最后一页。然后呢，但是好歹还是要把这个成果带回去。那这个没想到偷取这个手册的最后一页的时候呢，这个苏联间谍回去的时候，大家都头晕了啊。为什么啊？因为那个程式是用 Lisp 写的。那 Lisp 写的话呢，最后一页可能就是一堆什么，一堆挂号啊，所以就是一堆又挂号啊。那这个笑话是说，就是在嘲讽说这个 Lisp 啊，就很多挂号。但是注意到啊，Lisp 之所以一直到今天，它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啊，我们今天很红的这个人工智慧，里面有很多程式就是用 Lisp 写的啊，就是当然今天用不同的形式啊，因为 S expression 啊，就 Lisp 所采用这个 S expression 啊。还非常有趣，他把程式码、资料以及对应的资料结构啊，都可以用统一的形式，就是这样的这些挂号来表示啊。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物件导向程式开发啊，我们所谓的这个 OOP 啊，OOP 呢也可以用 expression 啊，很清楚的做封装，很清楚的做界面规划，然后甚至可以做集成啊。所以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啊，就是你可以查 OOP 啊，Lisp 这样的一个资讯。好，那回到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来跟大家探讨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一段程式码啊，认真看一下啊，这一段程式码呢，虽然你可能乍看看不太懂，但是你可以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可以猜得出来的东西。比方说这个 constant integer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个负八，这个负八啊，这个负八呢，肯定怎样？肯定跟这个常数有关啊。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这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plus 啊？这个 plus 呢，大概可以猜得出来的嘛？这跟原始的什么加法可能是有关系的。好，那同理呢，你也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什么乘法啊？这个乘法也跟原始的乘法应该也是有关系的。好，然后呢，这边里面会有一些术语，比方说 INSN，这是所谓的 instruction，就是这个电脑指令的那个 instruction 啊。然后我来看一下最终产生出来的机械码。好，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好玩的地方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一个负八啊？负八呢，的确在产生出来的这个组合语言输出，尽管你可能看不懂啊，这个是这个 Intel 的这个指令啊，Intel x86 的指令啊，但没关系，你看到有些数值呢，基本上是出现的啊，你注意到这边有负八啊，然后呢，这个乘法啊，这边的确在这边有出现。好，那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呢，跟就是注意到五跟六呢，事实上是有关联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五跟六之间的关联。但是呢，这个讲这个之前又要回头看中间的一些议题啊，因为我们必须，因为我们中间省掉了很多细节哈，所以我们这边认真来跟他谈谈。这个 GCC 呢，它其实一直在改版啊。GCC 一开始的作者是 Richard Stallman 的标号，就是那个自由软体基金会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的这个创办的 Richard Stallman 哈，他去撰写的啊。那这是在1980年代下半啊开发的啊。那 Richard Stallman 一开始先开发这个 Emacs，它是程式的编辑器。然后再写一些工具啊，他跟很多写作者开发了很多工具。然后呢，在1980年代下半哦，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因为他就开发出这个 GCC。所以从此之后呢，这个 Richard Stallman 他所规划的这个自由软体啊，也就是可以自由流通的软体，什么叫 Free Software？这些自由软体呢，就不用依赖商业的编译器，它可以用什么？用也同样也是自由软体的编译器去编译啊。当然，第一件事来了。那请问，第一版的 GCC 要用什么东西来编译啊？这个问题太好了。第一版的 GCC 当然没办法用 GCC 编译啊，对，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啊。所以事实上，第一版的 GCC 呢，它是要需要一个商业的 C 语言编译器啊。但是呢，一旦第一版的 GCC 可以用商业的编译器编出执行档之后呢，这新的执行档就可以来编译什么 GCC 自己，所以你看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自由的编译器啊。所以就注意到啊，我们今天讲这个 Bootstrapping 啊，其实衍生在这里。好，那回来看的话，这个 GCC 呢，经过这个1980年代一直发展到现在啊，但是非常久的时间，这么久的时间，这高达30年的时间哦，这高达30年的时间，其实它开发了很多啊，所以很多术语啊，一开始看的有时候会觉得，尤其你去追踪这些机器原始程式码啊，对，忘了警告大家啊，千万不要急着去追踪原始程式码啊，有时候你可能会事倍功半啊，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复杂了啊。
然后我们前面有跟他讲过，这个高达95%或者更多的开发者在机器系呢是这样，是全职的，而且这是什么？来自 Intel，来自那个 IBM 来 Google 这些很多工程师就是全职在开发的所以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关键的议题好，那呢回来就是说从 GCC 注意到，我们今天画面中讲的东西是从 GCC 4.0之后的那之前的东西我们就不算你在网络上也许会找到一些比较旧的资讯所以你要非常小心期待明天看版本然后 Jimpo 前面讲过，它是 GCC 的 IR 然后呢，它是所谓的叫什么？叫做 Free Address IR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形式是怎样的？是我每一道运算的都是有一个 operator，然后它可以支援两个输入 A 跟就是两个那个 operand，所以你看一个 operator 两个 operand，然后呢一个独立的输出然后再来是Jimpo 呢，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它跟 SSF phone 是可以建立对应的，然后你接着可以用这个 F 就是用这个 F。Dump tree 然后指定不同星代，然后看它的输出好。然后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它有非常多这个操作100道以上的这个操作。然后今天有所谓的 GCC 呢，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全职人开发？因为有非常多复杂议题。然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我们知道 Intel 也好 ，ARM 也好 ，MIPS 也好，这些做处理器的公司这些非常在今天非常关键的处理器公司的。他们的公司之间基本上都有对应的编译器工程师，而且这些编译器工程师呢，他都有开发什么？开发他们公司特有的像 Intel 的 C compiler 啦，或者 ARM 的这个 ARMCC、ARMC 的 compiler 像这样的产品都是由这个公司开发的。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些公司的工程师，他们也去维护什么自由软体的编译器，比方说 GCC 啦，比方说 LLVM 基本上他们都做这件事。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些公司陆续呢，把它特有的最佳化策略、特有的这些编译器的这些开发的成果陆续呢，通过自由软体的开发陆续整合进 GCC 或是 LLVM 或者其他的这个编译器架构基本上他们都在做。然后呢，这个开发过程中往往都包含什么呢？包含画面中讲的这个 scalar optimization 的 aliasing analysis 就是像我们前面讲过的遇到这个指标的形态有时候能不能做出加法这种策略然后呢，在我们后面还会讲这个，像这个 IPO Inter Procedural Optimization， 像诸如此类这种问题基本上是这个现代这个编译器最佳化都会遇到的议题。这也是编译器研究里面非常有趣的。好，我们接下来终于可以认真来看这个 RTL。那我们前面有讲过RTL 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事实上就是用这个。用这种语言去描述我即将要输出到各个平台。好，我们再提醒大家一次 ，GCC 它的设计是什么？它有语言前端，还有这个机械码，不同的机械码的后端那这个东西呢，它有对应是。那我们前面有讲到的 IR 就是这个 Jimpo 是一个 IR 那这个主要是在接这个 TreeSSA， 然后呢，再来是 RTL。又有一个 IR， 所以你在画面中看到也是一个 IR， 但是 IR 很快就要接到哪去？就要接到这个，接到目的端的主会员。好，它的表示法呢还是一样，还是 expression。好，那为什么用 Lisp 呢？因为大概也可以猜得出来因为 GCC 最早是谁开发的 ？Richard Stallman 它是一个 Lisp code 那基本上 Richard Stallman 开发的软体有很多 Lisp 的存在比方说你知道那个 Emacs 非常强大的 Emacs 那这个 Emacs 它是。号称是给程式开发者专用的编辑器然后呢，这里面很酷啦，Emacs 它其实你可以想象它已经变成一个作业系统了。Emacs 里面它可以有浏览器，对，不要怀疑，它里面有可以运作一个浏览器，它里面可以甚至还可以运作一个程式语言，它里面可以运作一个虚拟机器，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在执行这虚拟器上面的东西那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好，那总之呢 ，GCC 里面也是有类似什么？类似这个 list 的表示法，更明确来说就是 RTL， 更明确来讲就是这个 expression。好，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转换到最终的这个组合语言的输出的时候呢，
事实上，真正的组合语言输出的时候，它所用的暂存器，不管是 Intel 架构、ARM 架构、MIPS 架构也好，它的暂存器数量一定是固定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说，有可能会因为 ABI 啊 Application Binding Interface 的影响呢，导致说它的暂存器，比方说以 ARM 来讲，它的暂存器可能很多个啊，比方说我们知道它的通用暂存器来讲可能有16个啊，或者是更多个。那这样的时候呢，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有考虑到 ABI，所以实际上你可能某些暂存器不能想用就用啊，它的使用是会规范的啊。然后再考虑到这个，考虑到 function call 啊，就是说这个函数呼叫端还有被呼叫端啊，事实上它能够用的这暂存器数量，也许呢也会因为这件事有的不同。好，所以事实上你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说真正目的端的这个暂存器呢，它数量是很有限的。但是问题来，如果你一开始的 IR 呢，它就是有这个暂存器数量限制呢，所以导致这个表达上的难度啊，所以注意到啊，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RTL 它所使用的这个它的暂存器数量呢，它其实是没有限制的。好，那但是它要扮演一个角色，从没有限制转换成什么有限制的。所以先注意到这件事啊。那这样的操作称为叫做 register allocation 啊，就是说我从无限多个暂存器转换成有限多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不同语言这个后端的啊，我讲不是语言，就是那个处理器后端的啊。然后呢，再来是里面会做这个 peephole optimization 啊，然后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哈。这个里面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很小但是还蛮有趣的议题哈。然后呢，再来是还要处理一些所谓的 building function 啊，先有点概念这样，我们来继续探讨。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RTL 呢，它事实上呢，它本质上呢，它在转换这个对应的那个组合语言输出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东西叫 pattern match 啊，所以它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叫做 pattern match engine 啊，顾名思义就是说，它会看到某些形式样式啊，然后把它转成什么对应的这个组合语言输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 MIPS 后端来说的话哈，当然我们今天讲到 MIPS 有点难过了哈，这个曾经是在1980年代是非常前瞻的啊，非常前瞻的处理器架构。然后基本上你在读这个算盘书啊，就是这个计算机组织结构的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看到 MIPS 啊，我基本上看到一大堆 MIPS 啊。但是今天来讲很尴尬，这家公司已经卖掉很多次了啊，就是卖给 Imagination，那 Imagination 又最近又把这个 MIPS 拆开来啊，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会转到哪里去的哈。好，不管，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MIPS。好，我们知道 MIPS 呢，它是一个很经典的 RISC 的设计啊。然后呢，它的风格就是每一道指令尽可能样精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边来讲会有个 MD 啊，注意到啊，这个 MD 呢就是什么 Machine Definition，就是说这个在 GCC 里面呢描述这个处理器后端，处理器后端呢这个它有这个跟机器有关的部分啊，就 MD 啊。那同理呢，ARM 的话呢，Intel 的话呢都有对应的 MD，好，然后呢，里面还是一样 S expression 啊，就一堆括号啊。不过我们先不管这个 S expression 啊，我们先从这个里面有一道啊，里面有一道很有趣啊，就是说它里面去定义一个东西叫做 ADDSI3 啊。这个三呢表示什么？它有三个什么暂存器啊。然后好，那你可以从名字可以猜得出来这是什么？是加法。好，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件事啊，就是说。假设呢，原始的程式啊，原始 RTL 的那个 IR 长这样啊，那这边有几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有个-16啊，然后呢，这边有个什么加法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一个数字加上-16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数字减掉-16啊。然后呢，我要怎么把左上角原本什么原本的那个 IR 啊，把它转成对应的机械码啊？这一段机械码对应的其实是什么呢？它对应的这个那个组合语言输出呢，其实是这样，是这边，注意到哈，就是这右下角这个 ADDIU 啊。好，那问题来，这个也就是说原始的程式它是什么？A-56，然后呢，它的结果指派到 B 啊，变数 B。所以今天有两个整数，一个叫 A，一个叫 B 啊，就是这两个变数啊，它都是整数形态。好，那问题来了。我们如果去参照这个 MIPS 的 MD 啊，就是这个硬体的这个定义来讲的话呢，这个架构定义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加法这个操作哈，就上面定义的这个 ADDSI3 啊，那这样的话呢，事实上有两种可能，就红色标出来的地方 ADDU 跟 ADDIU。好，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最终要产生的东西是 ADDU 还是 ADDIU？好，当然我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哈，答案就是产生出来的东西是 ADDIU。好，那这两个东西分别怎么去定义啊？这个东西有点学问啊，我们来认真看。这个红线框起来的地方，红线框起来的地方呢，它就是看到什么 operand 啊，所以注意到我们前面已经定义什么 instruction，然后叫 ADDSI 啊，它有三个暂存器。这个三个暂存器的那个形式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个 operand 呢就很关键，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perand 啊，关键地方在哪里？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形式啊，一个是用 register 当 operand，另外是由这个算术啊，算数值呢当做这个 operand 啊。然后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56是什么？56它是一个数值啊。所以事实上呢，它的这个比对呢会比较难哪里？它会比对到第二种组合，就是这第二种组合，也就对应到 ADDIU 啊，因为它的组合不是暂存器加上暂存器啊。以这个例子来讲，可以看到最终输出的那个组合源是什么？是 ADDIU 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二号暂存器跟三号暂存器以及-56，所以它是什么？-56是一个算术啊，所以我把一个暂存器加上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数值-56，然后呢再指派到另外一个暂存器啊，所以注意到这个我所谓叫 pattern match 就这样。它就是看它形态。当然，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有没有可能说我们其实是两个暂存器相加之后，再把它存到另外一个暂存器？有，但是那种形式的话，就会变另外一种，比方说这个 ADDU 啊。所以关键地方在哪里呢？这个 pattern match 最重要的地方是说，这个 GCC 的这个开发者他必须要先去定义啊，定义说这个后端有哪些这个输出。那我们之后会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想要带着大家去研究怎么去 porting 啊，怎么去在 GCC 里面自由你定义的那个语言啊，这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啊？对不对？我就说这 PTT 啊，常常会有人发问啊，说要怎么开发 CPU 啊？你只要修过计算机组件，你就要可以开发出 CPU 啊。同理，你只要修过作业系统，你就要能够开发作业系统，这是基本款啊，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是基本的啊。所以我们去思考，就说，假设我今天有能力开发出CPU，开发出 CPU 之后，下个问题了，这上面当然是上面的工具要开发啦，对不对？上面要写 assembler 啊，咱们也要开发这个 compiler。那当然你可以用这个 GNU 原本的啊，就是 GNU 原本的 bin 介体啦，或者 GCC 可以在这样啊。所以我们之后还有一个系列啊，教大家怎么去在这个 GCC 或者 bin 介体里去新增啊，就是你自己设计的这个语言啊。所以再提醒大家，这个环节呢有几个要地方注意，第一个什么？它的这个后端啊，就是表明这个后端是 MIPS 啊，然后再是 RTL 啊，RTL IR，所以它用右上角可以看到的这个什么 S expression 啊，然后呢，这个 machine definition 的这个地方呢，本质上也是 S expression 啊，它就是比对。比方说呢，像这个例子来讲的话，A 加上-16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呢？它对应那个-16这个数值呢，它是属于什么？是算术的 operand 啊。而不是 register operand 啊，所以我们就 match 到 ADDIU 然后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啊，就是说这个编译器的这个开发者啊，就是所谓的我们叫称为后端啊，尤其在后端上啊，就要花一个心思去比对这个啊，这个东西其实还蛮麻烦的啊。不过做完一次或者通过这个网上很多种协作啊，这件事会越做越快哈。接着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 register operation。好，我们去想啊，就是说，你看哦，我刚才讲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情是这个，原本的这个 RTL 的 IR，它支援的是无穷多个暂存器。可是我们最终的标的，比方说 ARM 也好啦，MIPS 也好啦，Intel 的 x86 也好啦，基本上这些架构都是暂存器数量都是有限的啊。当然，有些暂存器数量可能比较多一点的啊，比方说这个。Intel 架构，尤其这个在 x86 64啊，那个
那个战棋数量更多了啊。可是不管怎样，这个都是有限的，把无限的东西转换成有限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它事实上还是一个东西叫做着色问题。好，然后呢，熟悉数学朋友知道这个着色问题又叫什么？叫做试色问题。试色问题，这个色就是这个色啊。不知道，好，试色问题，好，这个试色问题呢，这个学问还蛮大的哈，顺便带着大家来理解它。这个是一个复杂问题啊，比方说我们考虑到的地图，像那个方舟的地图啊，这个地图就是说，你看，就是假设你就想要有三个强国，然后那个围绕在一个地区啊。就比方说这个中间啊，比方说中间是一个什么啊？假设是台湾好了，那我们有哪些强国在我们周围呢？假设你能看到我们对岸有这个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然后呢，我们另外一边呢什么有围绕着日本啊，然后南边呢就多了啊，像什么菲律宾啊、越南啊，啊，这个地方都是人口非常众多的国家啊。那所以呢，我们去想件事哦，就我们一定有这个机会去绘制这地图。可是我需要多少颜色才能够绘制？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绘制地图的关键是，就像是说，不管它用多少颜色，我要能够区分这些国家，对，我要区分哪个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日本、菲律宾啊，我要怎么去区分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啊，你下面这张图来讲的话，至少需要四种颜色。好，那么接下来，四种颜色够不够？是不是需要到五种、六种？啊，所以接下来下一个命题是什么？如果呢，我是来绘制地图来做这个分区，只用四个颜色够不够？好，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啊。当然，就有人开始猜想了，就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地图啊，是用四种颜色就够哈？然后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很多人在探讨的议题啊。然后呢，这个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在什么呢？在19世纪下，就是19世纪。中期呢，就基本上有人在探讨了啊，所以这个 De Morgan 啊，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我们以前学过那个 De Morgan 那个论文那个 De Morgan 啊，他就开始讲这个什么，他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啊。然后，但是呢，注意到当时呢是没办法找到这个证明啊，这个试色问题的证明呢，要拖到非常后面才有，而且呢，在画面中你可以看到说，这是拖到1976年啊。然后注意到1976年这一次的证明啊，还是这样。还是被某些数学家认为它不够完备，所以真正有效证明又要往后拖啊。那这件事又跟什么？跟形式化验证有关哈。我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探讨这个部分哈。你看讲了多次的形式化证明、形式化验证，你会觉得很有兴趣对不对哈？所以赶紧去看一看这个资料啊。然后呢，拉回来，我呢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它的这个发展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啊。然后那这件事呢，跟我们讲这个战争器有没有关系啊？其实你就想啊。这件事跟我们讲那个战争其实关联可大了啊！为什么啊？因为前面讲过了，我要把这个无穷多个表示成有限多个啊，这个本质就是一个 NP 哈的问题。再回来，我们这时候又看到图学伟大的地方啊！所以事实上呢，它本质上是什么？给你一个无限图，然后呢，相邻这个 vertex 它不能做同一种颜色啊。然后呢，那你既然就像我们前面讲过图论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它把这个这种地图这种东西看起来又具体又抽象啊，具体地方是什么？地图你一看就懂了啊。然后呢，但是抽象地方是，哎，地图要怎么操作？这个颜色的计算怎么计算啊？那图的伟大的地方就是把它变成 vertex edge 啊，所以它瞬间变成什么？代数问题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包括我们前面讲，哎，CSSA 啊，就是最佳化也是一样啊，它变代数问题，它可以变一道接着一道啊，演绎啊，推演的过程。好，然后呢，注意到。这个 register allocation 呢，其实比着色问题更复杂，因为我前面讲过了，就是说事实上呢，有很多这个战术器呢，看起来好像很多啊，像这个，比方说我们讲的 Arm 架构啊，它事实上它已经有足够数量的战术器，可是呢，你在很多状况下你是不能用的。然后呢，如果熟悉 Arm 的朋友呢，就会知道 Arm 其实还有一些更麻烦的 case，比方说它有不同的这个特权模式，比方说我们讲这个 Arm 11啊。它可能一个特权模式，但是它可能有7个啊，或9个特权模式，那这个时候就麻烦了啊，就是你看哦，我有一个
一个使用者模式，然后呢，另外七种可能就是特权模式，而且在这个特权模式里面呢，不是所有暂存器都可以用。好，那熟悉这个朋友呢，或者想好奇的，它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做 bank register。register。所以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画面中这个部分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说事实上呢，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使用者模式就是左边这个啊，所以你看到暂存器就是 R0、1、2、3、4啊，一直推到15。好，可是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事实上呢，在某些模式下呢，你只能这样，你只能用画面中的一部分啊。所以比方说呢，你看到右边这个，左边第二个啊，就是 FIQ 啊，是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对不起，你上面都不准用，你有时候8到14可以用啊，所以。知道这件事有多麻烦的吗？是让你在这个模式下，你能够用暂存器数量是怎样有限的。好，那你说我今天开发编译器，我还要考虑到系统是处于在哪种模式。对，如果你真的要开发的话，好，所以你可以看说这个限制呢是难上很多的哈。我们前面讲那个着色问题，它本身就够难的啊，但是这件事又导致什么？这件事又导致这个整个系统呢又变得更复杂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去好好思考的啊。遇到一个小问题哈，这个浏览器用到一半的时候宕掉了哈。那所以我们注意到，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 on 的这个处理器呢，在不同的模式啊，能够用的暂存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一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要注意到，就是其实我们真正能用的暂存器呢，是要看它的这个真正的情境而定哦。所以这导致了我们刚才讲这个 register allocation 啊，其实它的这个议题啊，真的是复杂很多哈。我们从无限多个变成有限多个，然后呢，事实上呢，这样的议题呢，是已经让很多个博士论文变成可能了啊，所以说很多博士论文其实都针对这个议题去处理哈。然后 GCC 呢，过去呢，它的做法叫做 RA 啊，就是当然是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 Register Allocation。然后后来这个东西限制太多了，然后导致维护上困难啊，所以后来有个 IRA 啊。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去看这个 GCC 的这个发展，好像我们在前第一个部分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 GCC 呢，事实上有这个好多个版本哈。所以比方说，我们在上个次有展现给大家看嘛哈，GCC 5.0的系列啊，5点多的系列，6点多的系列，7点多的系列啊，包含说开发中的8点多的系列，基本上都有在维护。那所以事实上，我们讲比较新的这些 GCC 啊，5、6、7，好，8是8，基本上它都是一个新的 RA 啊，称为叫 IRA 啊。那 IRA 里面呢，它有非常多空间。然后我们前面有讲过，像 Intel 也好啦，ARM 也好啊，这些做处理器公司，他们陆续贡献的什么，在 IRA 基础上做了很多贡献哈。所以这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部分啊，这个运量环节是很有趣的哈，而且这直接影响到输出的程式码的品质。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个议题哈。这个议题呢，是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做instruction pipeline 啊。然后这个环节呢是蛮关键的哈，所以这个我们等下休息之后来继续探讨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以 five stage pipeline 来说的话呢，我们要去思考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risk 的一个设计。很重要的一个设计想法就是，它让处理器本身变得单纯，每一道题你不要做太复杂的事情。所以，另外一种风格就是 CISC，RISC 跟 CISC。不过要注意到一件事，我们今天讲 RISC 跟 CISC 只是一个
风格上差异。事实上有很多 risk， 比如说 on 来讲的话，它是 risk 没错，但是呢，它有很多想法呢，其实它是 SIST， 所以它陆续加入 CD 啊，加入 DSP 的这个 enhancement instruction 啊，所以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 risk 有很多东西越加越加，又有点像 CISC。反过来说呢，我们看这个 Intel 架构，虽然乍看好像是 CISC，但是实作来讲嘛，底层就是这样，这底层就是一个高速 risk 啊，所以这过程中越来越有趣啊，这两个东西分界越来越远了，所以我们只是说风格啊，就跟你喝这个果汁嘛，哈，你用脑袋想就知道，这个通货膨胀，那就是经过了，就是从你小时候到现在，经过了几十年的这个通货膨胀，那为什么你小时候20块可以买到果汁，长大20块还是可以买到果汁？你不觉得这就是很神奇吗？对不对？人工不便宜变贵了吗？对，然后检查的标准越来越高了嘛，对。但是东西可以一样便宜，所以因为你喝到东西是什么风味，对，好，芦笋风味、梅子风味啊，反正就是一大堆这种苹果风味汁啊。那这个一样意思啊，就是说其实这两个东西更像的这个设计哲学上的差异啊，而不是本质上的这个具体的差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以这个 MIPS 来说的话呢，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搭配这个 five stage pipeline 啊，所以 five stage pipeline 基本上分成几个环节。第一个是 instruction fetch 啊，然后 instruction decode 就是 execute 啊，就是基本上三个 stage 就是三个了哈，就 fetch、decode、execute。然后呢，在这个如果延伸到5个 stage 呢，就是什么加这个 memory 跟 write back 啊，因为 memory 跟那个 write back 呢，基本上是这样。一般来说，它花的时间是相对长的，所以我们把它拆开来啊。而且有些指令呢，它本质上它不需要碰到这个机体啊，不需要碰到主机体。比方说像什么，像这个加法啊，你刚前面看到那个加法，对不对？我就是暂停器加暂停器，然后把它输出到暂停器啊，或者暂停器加上一个整数，然后呢输出到那暂停器。所以我事实上不用碰到主机体啊，那因为这个现在的处理器来说的话，暂停器跟主机体它的那个时间落，它的那个存取那个延迟时间有可能会差到50倍啊，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好，而且这个落差呢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把这个 five stage 把这个拆开来。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呢比较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理想中的情况呢，我们当然希望同一个时间周期能够怎样执行的指令越多越好，所以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环节哈，这个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哈，就 instruction fetch 啊，然后呢再干嘛呢？再是我行有余力呢，我就是我在不同阶段哈，就是我你比方说我这边 fetch，然后呢之后呢会有 decode 啊，然后呢在下一次呢会有什么 execute 啊，就是你这样可以这样子想哈，所以我这个设计一个这样的操作哈。但是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今天带入这个指令来看的话呢，很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好，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指令标不同颜色啊，比方说这个红色的地方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这个我们把这个 load 啊，所以 load 的话，你可以这样说，我今天从特定的位置啊 load 到暂停器啊，同理这个是什么色啊？这个是蓝色啊，所以我把这个一样啊，就是把这个某一个位置，好，比方说 B 这个变数所在的位置，把它 load 到编号9的暂停器，好，然后呢，再来是这个绿色的部分，好，比较重要，它是做什么乘法，好，然后呢，这个青色的地方是做这个加法，好，然后再来是什么？我再载入一个从变数 C 另外一段机体位置，载入到编号12的暂停器，好，然后之后呢，这个东西关键的啊，就是你看到吗？这就是大杂烩的啊，暂停器0，编号0。跟编号12啊，还有13的啊，这些操作好。这个时候呢，比较麻烦的地方在哪里？比较麻烦的地方是，我这个时候呢，就难在，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这个城市的编排啊，注意看这上面这个城市啊，这个上面的城市跟下面城市基本上很像，对啊，乍看都很像，但是差异在哪里？第三道开始不一样啊，注意到这个第三道不一样会有什么差异呢？我们要去想哈，就是原本那个城市呢，这个 load 呢，你看到，如果这个 load 呢是这样 A B C 这样 load 的，好，
这样 A、B、C 都这样弄的话，所以照这个顺序 A、B、C 这样弄的，好，跟先弄的 A、B，然后中间做乘法加法，好，这两个差异在哪里？这差异呢，事实上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啊，其实这件事呢会有这个是什么指定的资料的相异问题，好，所以你可能在这个学习处理器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叫什么？叫做你会知道 data dependency 啊，然后会导致这个 store 啊，然后会有用pipeline 啊，还有这个 data hazard 啊，然后那个传输 hazard 哈，反正诸如此类这种问题，这个实际上就反映到这边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有趣的问题是什么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呢，这边乘法啊，乘法的它的这个操作呢，它依赖什么？依赖这前面这个 load 啊，然后呢，同理这边的加法啊，其实它依赖什么？依赖这个编号12的占用器，它依赖什么？一定要把值先这样，先从机体某个地方载入到编号12的占用器。好，但是如果说你看右边这个啊，那个这下面这个部分啊，下面这部分的话呢，我呢一开始就把这个载起来啊，那载起来之后呢，我今天做这个乘法啊，做这个加法也好的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以下面来讲的话，这两个乘跟加。事实上呢，你看编号8、编号10，啊，编号0、编号12、编号13，这些占用器基本上怎样？它没有冲突。换句话说呢，它是一个什么？没有相依的啊。那所以事实上呢，你在这个 pipeline 的排法就可以有机会排的这样比较漂亮啊。注意到啊，所以这件事来说的话呢，如果呢我们去调整什么呢？我们通过编译器去调整，那有机会得到。这是在什么指令层级更高，就是更高的指令层级的平行度啊，所以这边就是在讲，就是讲这个 pipeline 啊，pipeline 这个操作啊。但是问题来了，你需要设计一个策略，画图的时候好像不难理解，但是设计策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转换呢，并不是说我去做那个 pattern match 啊，去查，比方说 MIPS 点 MD 啦，ANG 点 MD，然后去查说一个指令，然后定义它是的什么形式，然后对应的输出不是那么简单。你事实上要考虑到什么？这个就是 instruction pipeline 啊。然后再来是我们讲一个东西叫 pico 啊，pico optimization。这个 pico optimization 呢，就是说，你可以回想一下啊，也许你在中学时候，我记得那个国中嘛，国中那个数学啊，数学你知道吗？就是以前那个年代，我那个年代还有联考嘛，我那个年代有联考的话，就是所以要做很多题目嘛。我那时候印象深刻就是什么醉汉啊，就是醉汉喝了就喝醉了啊，喝醉呢就是什么往前一步，然后喝醉就往后两步啊，所以他那个题目很无聊啊，就是说，哎，这个醉汉呢就是这样往前走几步，然后往后退几步啊，那请问他到底移动了几步啊？这种题目很讨厌啊。然后没啦，就他就是考那个文艺测验。那我在想一下，你看到一个醉汉都喝醉，醉汉之所以叫醉汉，就是他喝醉了啊。然后这个醉汉啊。他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已经懵了，啊，已经意识已经朦胧，所以他已经搞不清楚他在干嘛，所以他往往的会往前一步，然后退后3步。那请问他真正前进了多少步？事实上他没有前进，而且还后退2步啊。所以要计算的话呢，要表示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前进-2步。好，那一样，他又再重复这个动作，往前一步，退后3步，对不对？那又怎样？又等于-2啊。所以你看-2加-2啊，所以。第二个回合呢，它就变成-4啊，然后呢，结果这个醉汉呢，他可能看到前面有个酒瓶什么的，他突然等下这个心血来潮，想要往前走，一下就顺手挖那个酒瓶，所以他可能又往前7步啊，这个所以-4再加7啊，所以就等于-3，不对，等于正3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刚才那么复杂的动作什么的，往前一步，退后2步，退后3步。往前一步，退后3步，再往前7步，好，这样东西我们把它表示成正三，好，其实这件事呢就是一种最佳化，我们把那么复杂过程用一个对等的形式去存在，好，然后这样的存在的是这样的一个最佳化呢，其实你想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我们就去追，不是追全部的动作，我是追一个过程的。你说这个醉汉喝酒的时候有没有走路，这不重要，反正对我们来讲，我们发现至少以走路这件事来讲。我们光追踪他喝醉开始这样喝懵了开始移动过程啊，刚才讲的移动过程，我们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然后呢，把它替换成一个对等的东西，好，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这是一种最佳化。然后这种最佳化就是一次我只啃一点番茄，好，然后这样的东西我们称为叫做 pickle optimization。好，那我们来讲个具体的东西，好，来讲这个具体这个操作啊。比方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边有一段这个 on 的指令啊，那这个 on 的指令呢在做什么事情呢？来看一下啊，这个。一开始看不懂没关系啊，反正这个东西不难记啊。在 on 的组合源里面呢，sub 就是减法，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事实上呢，你看啊，一开始有什么，在这个上面这一段程式码呢，上面这个机械，这个在那个组合源输出的话呢，它有三段程式码。可是我们发现一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第二道指令叫 cmn，实际上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等于什么？把这个 RD 啊，反正这个暂存器呢，跟什么，跟一个数值负一去比较，所以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什么呢？这个东西跟负一去比较，好，然后有趣的地方是呢，事实上呢，我就可以通过什么，我就会把这道指令把它转换成什么，叫做 conditional execution 啊，这是 on 里面特有的一个操作啊，就是说它把这个条件判断跟操作把它摆在一起啊，所以注意到啊，上面是 sub，底下是 subs 啊，这个 s 就表示 conditional 啊，就是说我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我去看啊，看这个数值的这个什么，数值的这个，就是看当时啊，这个除当时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的状态啊，也就是说我去看当时这个数值是不是大于零啊，是不是有 carry 啊，是不是有 overflow 啊，诸如此类这样啊。所以，我今天做一个操作的时候，我去看它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今天执行到指令了，它不是看到一个指令就真的会去执行，这个指令有没有效是一回事，是要取决于当时的 flag 来定哈。这个东西称为叫conditional execution 啊。那我们有个系列叫做手机里的 on 处理器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东西叫做 conditional execution。好，总之呢，我们把上面这个指令，这个指令是什么？减法、比较还有跳跃，然后把它改成什么呢？改成条件的执行、条件执行以及跳跃。好，所以这件事好玩的地方是，我从原本三道指令变成两道指令。好，先姑且不论说这件事会不会比较快，但是至少程式码这样变短了，至少你少一道。好，这样的东西就这样，就是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我去观察一小段。好，然后呢，这个问题来，你可能问下一个问题，这个我范围要看多大？以刚刚那个醉汉来讲，他有没有可能遇到的过程，就是他可能冲到一个在那个循环，对不对？又是往前一步，然后冲到三步，有没有可能一直发生这种事？有啊，那你要追到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啊。然后，所以事实上呢，它的范围也是编译器研究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那再我们来讲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 pickle 啊，pickle 这个词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啊。这个我们刚才找了一个成语叫以管窥天哦，就是帮助大家记忆啊。当然，pickle optimization 的翻译并不是叫以管窥天啊，但是它是一个说明而已啊。好，那我们看一下 pickle 有一个它有一个典故，来看一下 pickle。好，然后呢，这个 pickle 这个词呢，是它就是那个你知道这个你在你的住处啊，就是你的门啊，那它会有一个小门口啊。过去的话是钻一个口，那后来的话透过这个光学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外面可能看到你啊，用这种方式去做到啊。然后呢，这个 peacock 啊，那这个 peep 呢，这个词呢是偷窥的意思啊。那这个 peeping tom 啊，peeping tom 就是那个偷窥狂啊。那当然，这个叫做 tom 的人很无辜啊，为什么他叫 peeping tom 啊？这是有梗的啊。这个 peeping tom 的梗是怎么来的哈？你可以找到一个美丽的故事，批评他。那你会看到这个叫 Goldie 吧？啊，这个 Goldie 啊，夫人啊，这个梗是这样的啊。哎，对，没错，你看到这个画面啊，有一种很熟的画面啊。这个东西是这样啊，有个传说啊，就是说以前呢有一个伯爵啊，这个伯爵呢对这个市民啊收了很重的税啊，然后呢，这人民呢都希望说。这个人民不堪其扰啊，就跟这个市长抱怨啊，跟这个市长不理啊，然后呢，他们就转向这个市长夫人。这个市长夫人人美呢，心肠又好啊，然后呢，就是跟她的丈夫反映，然后呢，丈夫呢，这个伯爵啊，他就说呢，什么呢？
只要呢，它能够裸体啊，对，裸体绕行这个它所管辖的那个城市啊，这个伯爵就愿意减税。好，这时候呢，这个伯爵夫人就是为了人民，就冲了啊，因为本来这个她的丈夫只是在，你也知道吧，就是一个那种什么，就是她的丈夫本来就是要给她这个为难她嘛哈，然后呢，她就真的做这件事哈，所以心地善良这个高地吧哈，高地吧夫人就真的是做了哈，然后当然这个市民呢就听到这个善举啊，就是说怎么好意思呢，对不对？啊，你怎么好意思占人家便宜，对不对？哈，因为这个市长夫人就一丝不挂了，对不对？哈，然后他就披着就像画这个图画中这样子啊，就是一丝不挂这样子啊，然后那所以人民就通常都就是配合了，就把那个门窗给紧闭啊。可是呢，有一个裁缝师叫做汤啊，经不起诱惑，然后就这样偷看，然后就失明了啊，看吧啊，不该看的就不要看哈。然后呢，所以这个批评汤就是这样来的啊，这个。当然，后面有个美好的那个结果啊，就是这个她丈夫呢就免除了这个繁重的税收啊。那当然，这个版本有很多，太多版本了啊。然后呢，这个甚至还有一些很多那个词的啊。那当然有人去，你可以去查这个维基百科啊，就跟你讲这个美丽的故事啊。那但是呢，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呢，这个 Pickle Optimization 呢，它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就是不会啊。当然我们不会瞎掉了啊，就是我们去看啊，就一次看一点，一次看一点啊。Pickle optimization 其实在很多层面都用到啊，它可能在语言的前端用到，在语言后端有，在这个在机器写后端，就是输出这个最终的这个指令的时候用到哦，尤其是在这个指令的话，因为太多指令是等价的啊，这个东西比较麻烦的地方是我们需要写很多这种条件啊，所以在这个如果你去找 Pickle optimization 的 compiler 的话，你会找到非常多的论文以及还有一些。实物的一些探讨，就在讲说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做啊？这个东西一直到今天，有很多编辑工程师还在投入，一直在做。接着我们来讲，跟大家讲这个比较细致的部分啊。这个细致部分包含什么？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个环节哈。第一个呢，我们称为叫做 loop optimization。那我们在前面有举到一个例子啊，就是讲到这个叫做个就是 commotion。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commotion 在做什么啊？像我们其实看到画面中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个程式码啊，这个程式码从这个左边的这个 C code 转换成右边的 C code 的时候，它的功能其实一样的。然后你看到 A 加 B 这个动作会 A 加 B assign 到 X 这个动作，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回圈里面 A 跟 B。数值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A 跟 B 呢，不管在回圈里面执行多少次，因为它数值没有改变。那我们是不是需要重复加？其实不需要加，我把这段程码搬上去，好，注意然后搬上去。所以事实上，程式码改变了，好，你会觉得说，以直觉来讲，以眼睛来讲，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基本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编辑器它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它不能容许。做了编辑，做了最佳化会导致错误的结果，所以它是让一步接着一步去想，好，所以是让它的形状，程式码形状，甚至我们讲那个，我们如果画成 ST 啊，就是这个抽象的语法树的时候呢，左边跟右边，对不起，它的行为是不一，它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啊，它不会完完全匹配，对，但是呢，以行为来说是一致的，但是这个策略能不能用在下面这一段，就是这个 prototype 或者包含这个指标能不能用啊？事实上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提到这件事，所以你看到这个程式码的这个搬动啊，本质上呢，它的这个学问啊非常大。好，这个学问非常大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要去思考啊，这件事呢是不是都能够去做啊？这个就是要去想啊。所以事实上像这种路，我要去做这种最佳化啊，其实就在考虑进去。然后再是什么？考虑到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我们遇到很多回圈。那遇到很多回圈呢，事实上呢，如果你熟悉这个处理器架构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分支呢，往往会导致什么 pipeline 没办法发挥作用，就是我们的 pipeline 有很多这个最佳化的策略，但是就是这个处理器啊，在这个 pipeline 来讲的话，我当然希望说，你考虑到 ILP 来讲啊，就 Instruction Level Priority 的话，基本上我们的指令有很多机制可以透过这个。处理器的 ILP 啊，导致更快的那个执行啊，就整体来讲，这个
就是一个单位周期内的，就单位时间内，它有机会做更多的指令，而是现在很多的处理器在提升 IOP 都可以达到这个事情。可是呢，你这个 loop 发生之后呢，就很多时候就很麻烦的话，所以为了要去弥补这个 loop 带就是 branch 带来的损失呢，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处理器会有一个机制叫做 branch prediction 啊，就是分支的预测。好，但是不管预测力怎么准，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比方说你的准确率是90%，听起来已经很厉害，对不对？但是那10%的分支预测错误，很可能这样会导致这个可能30%的 penalty 啊，这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啊，所以事实上过去的这个像 Intel Pentium 处理器啊，Pentium Two 就遇到这个问题，它的分支预测器，它的预测啊，虽然有90%的精准度，但是那10%没有猜对的时候呢，它的对这个效能损失可能超过30%啊。那有没有可能说，好，我就说就想说这个分支预测呢，处理器分支预测不可能做到很好，那我们用软体啊处理器去做，所以我遇到分支，我把它展开成，啊，比方说那个 fork 圈，它就是明明确确就是四次的 fork 圈，它会进入一个圈，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有四次的，至少四次的分支，那我直接把分支去除掉，我直接把它展开，所以像这个矩阵啊，矩阵呢，矩阵运算啊，或者我们讲这个 vector 啊，这个向量操作啊，我有三个什么，三个元素啊，所以我就基本上就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啊，所以我就能够做这个 vector 加法啊，所以我的第一道啊，第一个元素对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对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对第三个元素，这样的把它展开出来，这个称为叫 loop unrolling 啊，把这个东西拆开啊。那这个东西的背后的学问是很大的啊，因为呢，这可能会导致 code size 会增加啊，所以我们要的东西是怎样？哎，又要做 loop unrolling，但是呢，又要避免这个程式码的产生出来程式码大幅的膨胀啊，这背后有很多取舍要去做。那再来是第二个地方呢，我们是来讲这个 IPO 啊，很多人听到 IPO 很兴奋，对不对？尤其在创业中的朋友，你要 IPO 啊，如果说你公司要开到什么，想知道 IPO 呢？不过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不是这个哈，是 Inter Procedural Optimization 啊。然后再是，我们知道就现在的这个处理器呢，有很多做资源这种 SIMD，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那这样的一个 SIMD 呢，我们称这样的一个分类来说，它就是一个 vectorization。比如说我一道指令处理多道资料，好，那这样东西对这个讯号处理，包含说声音的啦、影像的啦，甚至像网络风暴的处理，都有机会用得到。那有没有可能说让处理器自己去产生对 SIMD 友善程式码？能不能做？能。好，这个领域我们说叫 auto vectorization。好，类似的状况呢是这个叫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这个，现在有很多这个多核的系统啊，就是我这个多核，你可以知道说啊，比方说我的处理器啊，像手机来讲，你的手机就是很经典案例，你手机的核数非常多啊，光讲 CPU 好了，CPU 可能就这样，就可能到8核啊，甚至到联发科的处理器更厉害，有10核啊，太厉害了啊，有十个处理器，你有这样结算没有？你的手机里面不是有 GPU 而已。你还有不是有 CPU 而已，你还有 GPU 啊，所以比方说你的处理器，你的手机里面它的 GPU 可能高达什么？高达这个48核啊，这是很常见的。好，那问题来，我今天有那么多核，我要怎么去善用这些处理器啊？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有些朋友会知道说，我们有个机制叫做多指令序，所以你想，哎，我有8核，那我是不是可以写8个指令序，然后让它善用这个？每个核啊，就比方说，你就想用我八个指令序，而且这个八个指令序呢，它彼此的资料是不相异的，所以我就可以有机会均匀的就在这个八个核上面做，有没有可能？有，可是呢，在写程式就麻烦，对不对？你要去写什么？你要去写多指令序的程式，比方说你在 Linux 上你要写 pthread 啊，在 Windows 的有 Windows thread 啊，反正这些东西的写法都不一样，那你在每个平台呢都要做这种事情，很麻烦。那有没有可能有个共通的方法？让你去做到这件事，好，所以熟悉这个领域的朋友就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OpenNP。OpenNP 呢，来偷看一下，就是偷看一下这个维基百科讲的东西。好，这个维基百科呢上面跟你讲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说，哎，你就想一件事啊，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承诺的时候，城市开发呢，他是讲，他是资料是共享啊，但是呢，处理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我共享的资料啊，共享可能机体某个区段，比方说这个区段的一个矩阵向量啊，或是其他的影像资料、声音讯号这样啊。然后呢，我们呢想要用刚才讲的，比方说我有八个核心啊，就是八个处理器核心，然后我们就是在上面建立不同的资讯序，然后呢，我如果用 OpenMP 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呢，它写起来呢就可以啊，有机会的呀，有机会来看一下范例啊。好，比方说像这个范例啊，像这个范例的话呢，就是这个范例就很好玩啊，就是说你看到，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它这边跟你讲说 OP 啊，就是 parallel 啊，那这边就指定了 parallel，然后呢，里面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如果它是单一执行序的，就印出一个 hello 啊。然后如果说呢，你的执行序很多个。那就会印出，比方说你有四个处理器的话呢，它就印出四个 hello 啊。那当然不是只做那么无聊的事情啊，事实上你还是这样，你可以设定说我有效的什么执行序的数量啊。然后当然上面还可以设定一些什么一些可能要保护的资料啊，然后再是有执行序的数量啊。然后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只要你的编译器本身有资源 OpenMP，然后呢它生成的程式码呢，不管是在 Linux 上啊，在 Windows 上啊，不管是产生在哪个平台的这个程式，你只要你的编辑器有资源针对你平台的 OpenMP，那我就有对应的这个 pthread 针对的这个 Windows thread 啊，基本上就可以产生对应的程式了啊。这是 OpenMP 伟大的地方啊，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很多啦啊，这个他们都是可以看到说，像 Solaris 啦、AX 啦、HBS 啊、跟 Linux 啦、MacOS 啊，然后是 Microsoft Windows 都有。都有资源啊，然后呢，再是除了 OpenMP 的话，比方说像 C 加加的什么 AMP，那就再进一步把这个扩充。好，这个 C 加加的 AMP 呢，是由这个有很多厂商介入的哈，包括说 Microsoft 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SDN 的这个说明。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系统上呢，有很多。那种多核的硬件，不只是 CPU，还有包括 GPU。好，那问题来了，我今天开发 CPU 程式跟 GPU 程式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可能我透过一个特殊的编译器，然后它支援特殊的语法、特殊的描述，让我可以怎样？可以做到说，哎，我今天要产生 CPU 的程式码之后，会有一个方式，然后产生 GPU 的时候呢，会有另外一个方式，有没有可能？这就是。C 加加 MP 要达到的事情哦，就所以它的那个思考层次又比什么，又比前面讲的 OpenMP 又再广一点。好，那不过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没这个很多细节是没办法跟你讲啊，所以请你参考一下。好，然后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Microsoft 啊，对这个 C 加 MP 做很多贡献哦，然后所以包括说这个像 LLVM 的 AMP 的资源呢，也跟 Microsoft 有点关系，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所以。进阶的这个编译器呢，都要考虑到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今天列出这个画面中四点，其实不只有这样子而已，要考虑一题可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就从这几个议题去跟大家探讨。探讨之前呢，我们要先搞懂这个处理器，就是处理这个资料啊。其实编译器处理资料，其实它有很多环节要去处理啊。所以我第一个跟大家讲的东西叫做 compilation unit。那我们这边后面缩写叫做 CU 啊，就是 Compilation Unit 缩写 CU。这个 CU 呢，对编译器的意义在哪里？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从很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60年代哈，1960年代那个阿波罗计划，这个1960年代阿波罗计划其实对这个世界影响很大哦。我们要知道，这个太空科技是整个科技的火车头啊，所以比方说你今天听到什么 3D 印表机啦。你今天听到的一些像那个什么，半导体制程啊，然后你今天听到一些这个材料啊，就是那种，就是像个塑钢，对，又轻，然后它的那个硬度又高，像这种东西，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对，好，这些听起来很神奇的东西其实很好玩，基本上你都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阿波罗计划的那个出现啊，所以我们这1969年那个阿姆斯壮啊，他那个时候跟大家说，这是我的一小步。但是是人类的一大步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事啊。太空技术其实对这个人类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非常多的这个技术都是从那时候来的，
包含什么东西，软体工程啊，也是阿波罗计划的时候执行的时候啊。你可以去看那部纪录片啊，这个纪录片是那个 Discovery 拍摄的哈，那它就是叫做这个登月集聚啊，就是登月啊，就是那个登月的那些必要的那些飞行控制系统啊，那还有一些议题啊，那叫登月集聚啊，那基本上在那个电视上可以看到啊，Discovery 啊，找这个飞行集聚可以找得到。好，那这个东西关键地方什么呢？它里面就有讲到一件事啊，在它的那个纪录片里面讲了一件事，软体在阿波罗计划是变成一个瓶颈啊，所以中间有一段话很经典啊，就是那个纪录片里面讲一句话，就说当时 NASA 聘请的专家说了一句很让人灰心的话，什么话呢？他说太空计划几乎会失败，是因为软体写不完啊，所以这是很有趣，就是说。太空已经训练好了，然后呢，这个那些什么太空梭啊，在那个太空船啊，然后火箭那些你想到基本上都做完了，但是软体没写完，导致这个阿波罗计划差点失败啊，这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为什么在阿波罗登月计划里面呢，对世人影响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软体啊，因为这是人们第一次发现没有规划的软体会让整个计划啊。基本上就失败。好，那当然，在1970年代后期呢，就发展出非常多的议题啊，包含说我们刚刚讲的形式化验证，什么时候出来？就是1970年啊，跟这件事也有关系啊。所以说，我希望呢，大家去认真去思考这件事啊，就是这个太空技术啊，对我们人类的影响是太大了啊。所以你说为什么人家在台湾要搞火箭，对不对啊？就是为什么台湾要搞火箭？不是说台湾有发射火箭有多么了不起啊？你说发现这个发射火箭好方法，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真的需要一小撮人，这小撮人干嘛？他们有梦想，他们有什么？他们有把这种工程的各式各样的挑战啊，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克服啊，然后克服完之后呢，不管这个火箭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对，但是重点是这后面不管是软体的突破、硬体的突破、天线的突破、通讯的突破，你想到所有的突破，它对台湾的整个这个工业都是大幅度的提升，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能够去克服，就像当年 NASA 做的事情啊，NASA 以及 NASA 配合的这个 MIT 啦，还有各式各样厂商啊，就是长官学这些，都是因为阿波罗计划获得巨量的提升。如果没有阿波罗计划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资讯工业也许不是现在样子啊。所以为什么你要支持这个台湾的这个千载国建计划啊？就是因为你要让一小撮人他们能够去追梦，而且追的梦呢，不是让火箭在升空，不是那么简单。是它背后的，你想到的东西对这个世界，这个对我们台湾的这个产业影响很大哈，所以这个欢迎大家来加入这个计划哈。那当然加入这个计划有很多种方式啦，你可以用赞助啦啊，然后当然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作为一个工程师，对，最棒的地方是啥？就加入这个计划啊，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哈，就是你可以跟我讨论说，基本上你不用坐过火箭啊，你只要你觉得说，哎，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网络管理啦，你可以开发程式啊。然后你熟悉 Linux 啊，然后，哎，你对硬体也熟悉啊，反正就是有这种特质，其实这样都很好，都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啊。然后我们之后呢，也会有专门的系列来探讨这个台湾的火箭啊是怎么发展的啊。好，那你说什么时候会发射？这个问题太好了，这个希望不要太久了哈，反正就是请你继续关注我们的动态啊。那这个 ARC 呢，有这个它对应的这个粉丝专业啊，那我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粉丝专页里面会有一些讯息啊，你可以在里面可以关注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所以这个东西呢，跟 Compilation Unit 有没有关？有，因为什么？因为软体工程花了很多心思跟大家讲，我们要把很多程式模组化啊。所以模组化你会发现，模组化呢，它就意味着什么？你有很多的点 C 呀、点 H 啦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西语言哈，注意到啊，1972年的西语言。它是没有 header file 这个东西的啊，所以1972年它是早期的，我们这种叫做 legacy C 啊，就是它就是很早期的那个 C 的这个编辑，早期是没有点 header file 这个东西啊。以前 C 语言程式码怎么编译呢？它就用 cat 啊，cat 这个指令，这个指令呢，它可以做什么事？它可以把很多个档案，对不对啊？就 cat 好多个档案，然后再把用个导向啊，redirect 到一个大的档案啊。所以，比方说，我有没有10个档案，
然后呢，我要编译的时候呢，我就把它 cat 啊 cat 四个档案，然后转导向到另外一个大档案，然后西元编译器就编译那个大的档案啊。也就是说，事实上呢，你原本的不管点七有好几有多少个啊，反正编译的时候我只编译一个啊，我把一个点七档，然后编译，然后从最终执行档，然后再转换成这个硬体可以接受的一个形式，然后去执行。但是从1980年代之后的编译器就不是西元编译器就不是这样啊。它就是有模组化，所以比方说我在点 H 的定义的话，就是我所谓的 header file，我就点定义这个 prototype 啊，所以我们 header file 定义不同 prototype，然后在 C 语点 C 里面就会再定义它的这个function 的一个实作啊，或者说其他部分呢，要比方说 printf 好，我就知道它的这个在第一个部分就讲完了，就是说 printf 来讲，我就知道它的这个 pro 看得到它 prototype 就知道哦，第一个参数一定是一个什么 format string 啊，或者是一个 string，它不能第一个参数就是一个变数不行啊，为什么？不能是一般变数这种，因为它就是它一定有定义它的一个每一个参数的那个形态啊，所以这个中期的重要地方是它把它模组化啊，所以就讲啊，在1980年代之后的这个 C 编辑都可以做模组化啊。那模组化呢意味着什么？有非常多点 C 出现，然后这个术语对应到 compilation unit。可是这件事呢，为什么值得一提呢？啊？好，这边有一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啊。比方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啊。所以每一个点 C 档呢，你就会想象说它都是对应到一个 CU。那每个 CU 呢，事实上呢，它就是个编译单元。这个编译的单元呢，我们事实上要去考虑到几种 function 啊。比方说呢，你如果在 function 的前面宣告一个 static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就称为叫 internal function，也就是说这个西语编辑器还是会编译它，可是呢，它编译出来的结果呢，只有在这一个 compilation unit 啊，这个 CU 里面看得到啊。所以，比方说你今天有个 function，比方说这个 function 叫 A，然后它的这个宣告呢，我宣告成 static，所以 A 这个 function 事实上只在这个 CU 里面看得到。那也意味着什么呢？其他的 CU 里面要用 A，是它自己定义的 A，跟这个刚才讲那个 A 是不会重复的啊。就是因为一个什么，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已经宣告成 state 好，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叫 visible function，所以 visible function 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就是看得到的，而且谁看得到，不是只有自己看得到，其他 compilation unit 也看得到，所以你可以用什么关键字呢，你可以用 extern 好，用这样关键字呢，你可以去 extern 好，比方说像那个，像假设说你这边有个 printf 好，然后呢其他地方要用的时候呢，我就写一个 extern printf。或者说你这边来讲话，你宣告一个 function 宣告一个变数，比方说叫什么，叫做 data 好。那这 data 呢，在其他地方如果要存取到它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要怎么用啊？你就 extern int data 啊，像这样的一个操作。好，所以事实上呢，这个 CU 呢，它的意义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在模组化是我们设计上的一个目标，可是呢，它就涉及到它的存取的什么存取的范围。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哈，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完完全决定了什么？最终你的 object file，最终你的这个执行档的内容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分两种啊，两种形式去判断，哪两种形式去判断呢？就是说我们会分 static global variable 跟 non static global variable。那就是说呢，static 就是说刚刚讲过的啊，就只有在同个 CU 可以看到这个变数。当然不是走变数啊，有可能还包含说函数啊，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这个 non-static，也就是说在所有的 CU 都可以看得到。好，那当然你要怎么用呢？就是你可以像这边来讲，把它宣告一个什么 extern 好，然后换个角度想啊，你也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哎，为什么这个你可以在用 make 啊，就 GNU make 编译的时候呢，你可以剪个 J 啊，J 的表示什么？我建立24个 process。那去编译啊，那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件事呢？你为什么可以平行的去编译？为什么啊？因为呢，只要每个点击打它，就是它是独立个体的话，我就可以讲，就我可以编译它啊。这个东西关键啊。所以，比方说我今天有什么？我有24个，你就想让我同个时间有24个 GCC 可以被执行到啊。那每一个 CU 都是独立个体，所以我今天这个 GCC 编译这个 CU，然后。这个 GCC 编另外的 CU，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好，
另外呢，我们要去思考啊，这个 CU 呢，它既然直接决定了这个最终的这个组合，最终的这个机械码啊的样貌，最后执行长的样貌啊，那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件事啊，只要呢它是所谓的 non-static global variable 啊，编译器不能把它砍掉，编译器不能因为它没在用，它把它砍掉。好，反过来说呢，你可能都有一个经验，你写一个 C code，然后写一个 C code 呢，写一写呢一个点析档啊，然后比方说它有一个 function 叫 A，然后你宣告成 static。然后呢，这个 A 这个 function 呢，它没有被用到，那编译器就会提出个警告，对不对？他说，哎，这个 function 没有人用，你要不要这样？你要不要把它砍掉啊？或者说有些编译器呢，做最佳化的时候就直接把它砍掉，说，哎，这个 A 既然没有人用啊，需要宣告成这个 static 啊，所以我就不用它了啊。这个会不会发生？会啊。好，然后呢，我们来具体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中这段程式码。那这段程式码跟你说什么呢？这个程式码呢，就跟你说 CU 啊，在 CU 里面呢，你对这个区域变数的使用呢，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状况。好，那底下的这个组合语言呢，是 AND 的组合语言啊。如果看不懂，也不要难过啊，我们等下快速跟大家讲一下啊。但是你可以看，就是左边跟右边不一样，对不对？显然这样，左边长多了啊。废话，对。但是你看，我们来这时候进入大家来找茬的时间，左边跟右边到底差别在哪里？啊、哦，这东西实在是太有趣了。左边右边的差异就在哪里？i 这个变数的位置，i 这个变数位置，大家注意到啊，i 左边的 i 是什么？它是所谓叫做 static global variable，右边的 i 呢，它是 local variable。啊，注意到呢，我们刚才区分的时候呢，有什么？有分两种啊，一个叫什么？叫做就是 static 跟 non-static 是针对什么？global variable。在画面中右边这段程式码的这个 i 啊，它是所谓叫 local variable，就是说它在一个 function 口里面啊。那我们在这个你所不知道的 C 语言里面，我们有一个章节叫什么？叫做函数呼叫篇啊，就专门探讨这个部分啊。然后这个你可以搭配去参考。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左边、右边产生出来的组合语言就不一样。右边呢，善用区域变数的话呢。它得到的比这个什么，它的这个程式码会变短，而且呢，它执行一般来说会比较快，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然我们说一般有时候会有些例外的啊，尤其现在初级来讲，比方说我们 Intel 架构，也许会发现可能会发现不出差异来啊，因为这个太落差太小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哈，这个红线的部分，我本来快速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红线这个框起来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我们要去特别去注意的地方哈，因为很多地方操作是相似的哈。我们先来看一件事哈，先来看左边跟右边，好，红线框起来部分。那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来讲的话呢，它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载入啊，载入一个数值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说，里面有一个暂存器叫做 R4 啊，这边有这个一个 R4，然后这个 R4 呢变得很重要啊，就是说你在左边跟右边都可以看到 R4 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说，哎，接着我们看 R4 的那个操作哈，在右边来讲的话，这个 R4 呢，它直接对应到一个加法啊，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这个加法是哪里，一定是 i 加加嘛，对不对？你看不到其他加法。好，但是你看左边的加法就有点麻烦，左边加的时候呢，它其实不是直接操作 R4，它是透过 LDR 跟 STR。那 on 呢是所谓的这个 load store 架构，什么是 load？load 就从机体载入到暂存器。那 store 是什么呢？是从暂存器的内容写回去到什么机体啊？这种叫 load and store 的操作。好，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你看到、哦、以回圈来说的话啊，这个回圈怎么来啊？因为这边有一个回圈嘛，这个 BNE 啊，所以这边来讲话，这个回圈右边的回圈在这里，那左边呢也有个回圈，从这边到这边啊，所以这个范围是。这样，好，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这回圈呢，基本上它会成立几次？它会成立10次，对吧？啊，那成立10次呢，你可以看到右边的程式码呢，它这每次做加法的时候呢，它是直接暂存器对什么？对暂存器。可是呢，在左边的部分呢，哇，很麻烦，因为它的加法本身呢，是先要做一个 load，然后呢，后面要做一个 store，好，所以你看它的再讲一次啊。它的这个加法的时候呢，其实本质上来说的话呢，它的差异在什么？右边直接对暂存器可以操作，但是左边呢，先要怎样？先要从机体
读取一个数值读到暂停器，然后做完这个加法之后呢，再把这个结果写回去到机体，那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这个所谓的机体是哪里？就是 I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啊，这个的 R4 呢，它的这个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哈，因为实际上呢，它这个所在的位置啊，就是这个 R4 暂存器，它的这个在这个时间点的值啊，你可以知道什么事情，或者说这个时间点的 R1 啊，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它的那个内含值，就是 I 这个暂存器啊，这个变数所在的这个位置啊。那反过来说呢，如果这个 I 是以区域变数的形式存在的时候，就好办了。你知道什么？我们就不需要这样，我就不需要额外去接触，就额外去接触一个机体位置啊。所以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呢，这个尽可能使用这个区域变数对编译器做最佳化啊，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件事呢，涉及到很多议题啦，包括说你前面讲的这个 register allocation 啊，这一些问题是很多的啊。前面讲那个 IRA 啊，跟这件事有关联啊，所以产生出来的程式码品质，还跟那个 backend 啊，就是这个 compile backend 的品质啊，这个你刷新的这个 code gen 啊，有很大的关联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左边跟右边看起来非常之像啊，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这个 I 本身呢，这个 CU 啊，你看到吗？这个以 CU 的观点来说的话，左边的 CU 跟右边的 CU 基本上 I 这个变数都没有接入出去，但是呢，因为左边的 I 是以 global variable 方式存在，右边的 I 是以 local variable 方式存在，它导致编译器做最佳化的时候能够去编，能够去做最佳化啊。但是左边的来讲的话，不是没办法做最佳化，但是它是有风险的。它风险在哪？如果你把左边的程式码把它转成右边，它的风险在于说，哎，要是 I 的值被改的话怎么办？就是我面凡是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它值被改变怎么办？这是不是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发生，比方说一个执行序啦，或者通过 OpenMP 你去建立，就编辑帮你去建立执行序啊，建立产生执行序的这个程式码啊，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 for 回圈执行的时候，这个 I 的值改变？有啊，所以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就是说它的影响啊。然后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哦，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如果我们有个系列是有分上下，这个上的系列基本上人数就是下的系列2倍哦，像好像连续2次都这样哈，就是比方说像我们这次有47个人在观看嘛哈，然后我们上个系列大概90个啊，所以这个差了2倍哈，然后上礼拜的时间好像也是这样啊，这个。好像这个分上下也不错嘛，对哈。比如说，你可以先试听嘛，试听不开心的话，你就再听下部分哈。好，当然也是需要说的，这个不管怎么进行啊，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些议题哦清楚的传达哈。好，没事，我先喝口水。好，那么再继续。我们刚刚有提到，尽可能使用这个区域变数啊，然后这样的话对编译器做最佳化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啊。换个角度想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scoping，scope 啊，这个程式语言的术语啊。我们在第一个系列有一个很重要的术语叫做 POT 啊，就是程式语言的理论。程式语言的理论里面啊，有一个很就是。注意的哈，这是一个理论啊，叫 POT 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POT，这个 lambda 啊，这个 lambda 影响太大了啊。当然，我们今天还没办法跟大家探讨这件事哈。那当然，应该是我本人也不够跟你探讨这个东西啊，它背后有非常多数学的理论在里面啊，而且这个东西发展很久，从1950年代就有了啊，就有一大堆这种研究啊，然后这些东西是一个很复杂议题。好，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跟你讲结论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 POT 有关的东西叫 scoping。就是它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范围啊，然后呢，这个东西以程式语言观点来讲，会有分好几种类型，有 static grouping 跟 dynamic grouping 啊。那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西语言就属于这什么，就属于这个 static grouping。好，然后我们回到刚才提到这个部分啊，换个角度想啊，你去想啊，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最佳化结果，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就不会觉得意外。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更高层次的地方去思考，只要这个 scoping 的范围越小，编辑要做最佳化的空间越大。哦，像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话，如果我们把这个 i 搬到里面去，对不对？那 scoping 就这样，它缩小，对不对？i 有效的空间从原本是整个程式都生效，但是我把它放到什么某个function 里面才生效，比方说这个 main 哦。所以这个东西的这个 scoping 呢，对这个编辑最佳化有非常大的影响哦。然后呢，这可以搭配前面讲的 IRA 哦，那些 register 可以去思考。接着呢，我们来讲一些跟这个 GCC 内部有关的一个实作啊。那第一个我们就称为叫 building function，就是 building function 这个东西很有趣啊，在很多编辑都有类似的，都有类似的术语，叫 building function。那每个编辑它的这个术语落差很大啊。那我们今天是针对这个 GCC 以及针对 LLVM 去讲啊。然后事实上呢，这个 building function 可以协助我们做非常多事情。一般来说的这些 building function 呢，它的存在有几种形式，有可能是它隐藏的，你乍看没有看到，但是 GCC 在编译出程式码的这种 IR 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 building function。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作为 extension 存在，然后就是说，比方说，像我们前面讲过的 branch prediction，branch prediction 呢，就是说，哎，如果呢，你一看你就知道 if else 的情况下有 if 跟 else，对不对？那发生 if 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啊，或者是说发生 else 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啊，或者是 switch case 啊，某些 case 它发生的几率比较高，我看这干嘛？就这么标什么？它发生的机会非常高啊，就是绝大多数状况都是一个 case，另外一个 case 基本上不会发生啊，这样就可以协助什么编译器去产生出对应啊，就是对应的程式码，然后让常发生的 code 法，你就想要把它放在比较上面啊。但实际产生程式码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反正就是说，把程式分成比较常发生的，几乎都会发生的，跟不太可能发生的啊，它就是一种最佳化。那如果你熟悉这个Linux kernel 的开发的朋友，就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likely 跟 unlikely，likely 跟 unlikely，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macro。这个 macro 呢，背后呢，你可以看到什么？背后你可以看到，哎，这个东西怎么？它就是对应到 GCC 的什么 extension，就是 building expect 啊，就这个啊，就是 expect 零跟一啊，就这样，它是一个 macro 啊，这个，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好玩啊，就是你看，所以 building function 它可能是在程式码中间存在啊，或者说它透过这个 extension 形式存在啊，这就是所谓的 building function。那以 GCC 的 building function 来讲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两个底线啊，两个底线开头的。那为什么是两个底线呢？在 C 语言的规格书直接跟你讲，两个底线是什么？是保留的，保留给谁？保留给编辑器开发商，保留给作业系统啊，这种系统管理去使用的啊。所以这个编辑器来讲，两个底线啊，就是保留给编辑器去用啊，用上去啊，like 跟 unlike 啊。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你 Google 搜寻的时候没有找对了，你有时候找到那个什么，你会找到一些怪怪的东西哦，像那个，比方说你如果这样找的话，就你会找到一个什么？对，你会找到一个超酷的东西，叫做什么？Green Likely 啊，对，不要怀疑，有人的名字就叫 Green Likely 啊，帅气吧？啊，然后他是我以前 Linalo 的同事啊，我以前在 Linalo 工作的时候，他叫 Green Likely 啊，反正一个超高的，又高又瘦，不知道为什么。哎，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老外？有那种又高又瘦又帅，又会 coding，又有钱，对不对？老婆又漂亮，然后反正举不出来，就真的举不出缺点那种人啊。好，他就属于这种啊，就是啊，也许不是特别帅啊，但是很好玩啊。但是那个 Green Likely 啊，那如果说你对那个 Linux kernel 很熟的朋友呢，你就会发现说 Green Likely 发展的很多东西啊，比方说 DeFi Tree 啊，那么 DeFi Tree 它就开发的啊。那所以你 Google 搜寻的时候，你找资料的时候呢，你有遇到这种 Likely 的时候，不要找错了啊。最好再加个 unlikely 啊，不然 Google 搜寻会不小心搜到它，因为它对 Linux kernel 影响太大啦啊，尤其是 on Linux 啊，强者同事啊。然后呢，这个再继续看到啊，所以这个探讨这部分，所以为什么要开发？
要开发 open source 啊，有时候就会认识这些有趣的人啊，然后而且开发就要跟这些什么，跟这些大牛啊一起开发。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啊，叫陈辉哈，一个北京的朋友，然后他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哈，陈辉呢他自己是一个 open stake，就是 open stake 基金会的这个什么董事会成员啊，然后他是里面的董事，然后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呢，每天呢跟这些大牛泡在一起。你不牛逼也难，好，反正这太牛逼了的嘛，就是这些人太强大了，对，就是基本上，反正你看那个科诺啊，看 GCC 啊，一堆就这种人啊，然后有时候你也很难想象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又精通编译器，又精通这个作业系统，又精通图形引擎，对，太神奇了，这种太多了啊，好，所以这是很重，我觉得 Open Source 最棒的地方是这个，不是程式码本身啊。当然，程式码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了，在最有趣的起点就是最有趣的事，而且是什么？跟他们合作啊，或者从他身上学到怎么去看待事物。好，回到这个部分啊，下面看一下，你看到、哦、这个 GCC 呢，为了做最佳化呢，它会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时候呢，它会把它转成内部的一个形式。好，比方说呢，STRCPY，因为这东西太常见了，然后 Intel 的架构下呢，它有一些自串。专用的指令可以去协助你计算啊，像你看那个 strcpy 啊，或者说它相对应的像那个相似的像 strlen，因为它太频繁了啊。然后你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基本上电脑在做什么事？电脑做事都是自串，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形式化验证啊，你听起来很高大上啊，不管。我们今天讲编译器，对不对？编译器不就是把某一段字串转换成一个更长的？更难懂的字串，对不对？啊，就最终的那个最终机械嘛，对不对？你当然可以用字串去表达它。然后，所以基本上电脑在做的是字串。然后，如果说你有机会去看一些云端的城市，啊，比方说云端城市，我们像这个像搜寻器啊，Google 搜寻器啊，你爬虫，基本上它处理什么字串？既然字串处理那么频繁，Intel 在想，哎，我能不能去加速这些操作？啊，所以你看到 Intel 呢有一个，比方说这个 SSE 4.1 STRLEN。它甚至呢，针对这个 STRLEN 呢去发展，表怀疑，就真的有这东西啊，这东西好玩的、啊。我说呢，我们看一下啊、哦，在这个 SSE 啊，Intel 这个它的那个 extension 啊，叫 SSE 4.1跟4.2呢，它加了很多跟字串有关的啊，所以比方说呢，这个你可以用什么呢？比方说以这个 SSE 4.2来说的话，啊，基本上你的电脑都符合了哈，你的电脑只要够新的话，它就符合。所以，比方说呢，你可以用到一些扩充，啊，像这样扩充，啊，这个东西我们称 intrinsic，啊，就是这个称 intrinsic 这个词哦，翻译成中文怎么翻的话，就是这个。简单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直接写组合语言，有点麻烦，对不对？啊，你要搞定很多很复杂的议题啊。但是呢，有没有可能编辑给你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说，你好像防取口，对不对？画面中你看到每一行看起来都是一个防取口，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编辑会把它转成对应的组合语言啊。所以事实上你就可以省掉写组合语言，但是你做的事情跟组合语言做的事情是等价的啊。所以他把这个披着一层 function code 的皮啊，实际上转出来的东西就是组合语言啊，而且往往就是那一道，固定那一道啊。这样的东西我们称为叫 intrinsic 啊。所以你们来讲话，这边 NN 开头也是一个 intrinsic 啊。然后呢，这个超帅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对这一道呼叫之后呢，它就是一道 CPU 的指令，而且这个 CPU 指令本质上就可以做什么事？它就会计算字串的长度。然后这个还会分什么？还会分什么大小写啊？有个相等啊，这个反正很有趣啊。所以总之就是说，这边来讲的话，你只要善用什么 SSE 的这个 intrinsic 啊，那你就可以这样，你就可以开发出一个由 Intel 处理器加速的这个字串长度啦啊的字串长度的计算，或者比较字串啊，或者搜寻字串里面的字串啊，像这样东西都有啊。而且呢，我们在那个GDBC 啊，GDBC 改版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在改版这个东西啊，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说，你可以去 Google 搜寻一些词啊，比方说 GDBC Intel
相关的关键字啊，就是GDBC、Intel、SSE 啊，现在这些啊，对吧？就有很多这种啊，有很多这种自家化去做啊。所以你可能会好奇说，哎，这个像 GDBC 啊，或者 GCC 啊，为什么他们一直在持续在开发哈？因为处理器永远会有新的 extension 提出来，那这些 extension 被提出来之后呢，就需要系统端去善用它，因为你不去用它呢，它用的量在那边啊。然后你如果善用它的话呢，这样有很可能会导致这个效能突破啊。所以像那个像刚才讲那个 SSE 啊，4.1、4.2，如果你去善用它的话呢，在自算处理来讲的话，你有机会提升3倍的效能啊，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如果你善用它的话，啊，善用这些什么这个 SSE 的这个指令的话，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追加化。比方说这个，像那个 Zlib 啊，Zlib 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一个压缩的那个函数库啊。那它的 license 很自由啊，然后所以它的这个有办法这个有办法去帮你处理那个压缩资料跟解压缩，好，然后呢，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一样，你善用它的话呢，是带来的效能提升呢是很大的啊。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啊，比如说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就反正这几个啦，啊，像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做啊。然后有机会到这个一点倍的效能提升啊，这是有机会是做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啊。你说，哎，提升1.5倍又怎样？你要想一件事啊，云端的装置啊，不是云端装置，云端那些设备，对，云端那些机器，对，它的1.5倍的效能提升意味着什么？它可以少安装或者少开启更多机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既然因为你需要开启的 instance 或者需要你安装的机器可以变少，你是不是可以把省下机拿来做什么？维修、更新，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小看说，那个只提升。只有这个1.5倍的效能提升，不是这么简单的啊！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换个角讲，即便是1%也很有意义，对不对？你看那个 Google，对不对？上万台机器啊，所以上万台的1%什么意思？就100台，对不对？我就可以把一百台机器省下来，是不是可能做？可以啊！好，那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说系统软体对这个我们所处的系统的这个所处环境的影响啊！好，那除了这以外呢，像那个。GCC 还会做一些有趣的追加化。如果说你这个 printf 啊，你抽到之后印出一个字串，它没有用到 format string，也就是%D 啦、%F 啦，哦，这种东西啊。如果你没有用到的话呢，它是不是等价 puts s 对？那反过来说，如果你的 printf 抽到了只有印一个字元，对，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转成 put c 对？那你说把 printf 转成 put x 或者 put c 有什么意义？有。因为 printf 本质上是一个什么？你想看，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值域器，它要值域什么？它要去判断%D 在哪里，要去判断%F 在哪里，对不对？要针对它的这个 integer 形态、float 形态，或者什么，或是一些格式，对不对？好，有的格式 printf 的两个格，浮点数有格式啊，对不对？它就是说，哎，小数点前几位，小数点后面几位，对不对？这都是一个值域器要做的事情，所以要去解析每个字串啊，然后做对应的处理。甚至还要去了解说这个东西是不是 Unicode 的，有 Unicode 要做什么这样处理，是不是都要考虑到？要啊，然后再是什么呢？在 memcpy 啊，在绝大多数的处理器都有一些指令，这个指令可以怎样让你一次 copy 一个 word 啊，不用 byte 啊，就一次 copy 一个 word，就是说你 database 多宽啊，比方说 database 32 bit，那就可以一次 copy 32 bit，那甚至有些 CD 的处理的话，你可以一次 copy 128个 bits，或是。甚至像 Intel AVX2 可以到什么256个 bits 啊，所以这样的东西我们称为叫什么？叫做 block transfer instruction，就是说我可以一次处理一个区段，我这个区段也许是32 bits，也许是64 bits，128 bits 啊，就是256 bits 啊。那 memcpy 可不可以转换成这个？可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什么最佳化的这个策略啊，因为太频繁了。好，那问题来了，这东西听起来很梦幻，对不对？啊，但是你要考虑到一些后遗症。这后遗症是什么呢？就是说，比方说，printf 啊，这个 printf 因为做最佳化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 puts 或者 putc。那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尤其对这个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商啊，我们想个简单例子啊，你想啊，一只手机啊，像这样手机啊，它 printf 要印到哪里？
你当然不会傻傻印在画面上，对不对？它肯定是印在比方说我们所谓的 debug console 啊，或者一个远端的一个分析的一个画面，对不对？它不可能傻傻印在这画面，对不对？这上面是要给你显示漂亮的东西，对不对？显示这个 OpenGL 啦，显示这些很炫的啊，滑动的东西，对不对？不可能在显示你那些傻傻的一些文字讯息，不可能啊。所以事实上你会去定制自己版本的这个 Printf。那可是呢，因为 Printf 在 GCC 做最佳化的时候，可能把它偷偷换成 Puts，对不对啊？所以而且你当然刚好你的系统刚好缺乏一个 Puts，你写的字客制化的 Printf，但是你没有写客制化的 Puts，这怎么办啊？你可以用这样的东西来关掉啊，底下这个啊，就是个 no building 啊，no building printf 啊，这样的东西把它关掉啊，所以上面这个东西都可以关啊。好，然后再来是我们来探讨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讲 IPO 啊，就是 inter-procedure optimization。我们前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 CU，就是 compilation unit，也就是说在模组化的过程中，我把程式把切割成这个若干个点析的啊，然后那每个点析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 GCC 呢可以用那个，就是我们然后都用 GNU Make，我可以用 Parallel Build 啊，就是说我可以产生一大堆 GCC 的 process，然后这个每个 process 都是独立的点析的啊，是可以做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点析都是独立的个体啊，就每个也就是它就是 compilation units 啊。可是问题来，如果呢我们把系统切割非常多 compilation units。有没有可能导致最佳化的空间不见了？我们去思考一件事哦。比方说，你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个所谓的现代化城市的风格，就是它把它切成很多的副城市。好，比方说，我今天要去判断一个数值是偶数还是奇数，我要怎么判断？你想想，偶数跟奇数怎么判断？那当然，你如果是小学生，你会做什么事？小学生会说：“哦，我知道，就除以二，对不对？除以二干嘛？除以二。”除到后来会不会有余数啊？余数是零或者一啊？那你到国中就学会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做余数，对不对啊？就是说我去那个我把那个除二改好多个除二改是吧？一个 mod 啊，就是一个取余数。好，然后呢，你上大学思考又在进步了，对不对？判断一个数值是偶数跟奇数需要那么麻烦吗？你只要做一件事吧，对。检查最后 bit 是零还是一，对不对？最后 bit 如果它是一，对不对？一定是啊，一定是什么？一定不会是偶数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很基本的事情嘛啊。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判断。但是不管怎样呢，在现代化的程式设计来讲，它会把程式切割成好几个部分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刚才那个思路就是一个。换个角度想，就是一个什么程式工程师、软体工程师的一个进化过程，从除一做了一堆除二，进化到取余数，再进化到什么？进化到对最后的 bit 去判断它是不是一。好，你可以发现说，程式码的行数可能差不多，但是呢，它的效能不一样，对不对？很显然，你除二除一大堆，你需要什么？除法，你需要回圈，对吧？好，所以你需要两个非常复杂的操作。然后呢，取余数的话呢，变成什么？变成什么呢？变成除法跟什么减法？它的负担已经比前面小了，所以这是很进化。然后呢，再进化成什么？再进化成判断最后的 bit 是不是一的时候呢，那就更简单了。为什么？因为变成画面中这个样子，对不对？它对这个一呢去做什么 and 的操作，对不对？所以它从到只需要一道指令就可以去判断啊。所以从好多个除法到一道除法，一道减法，好，然后再简化到只需要一个 and 的操作啊，一个 bywise 操作，所以这是一个效能的提升，还有这个层次的提升。但是不管怎样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什么 is art，好，所以呢，你看，我可以就是说，我去判断它是偶数还是奇数呢？我让它这件事呢是怎样一个函数的方式存在，这听起来很棒，对不对？很励志嘛，对不对？你就分工啊。所以，反正用韩式的，他只要用呼叫做 is art，就可以判断说它是偶数还是奇数。可是你们想的是简单问题。如果呢，我们最后已经进步到那个版本，那个版本就是需要一道 and，只需要一道 and 就可以做出这个偶数还是奇数的时候呢，那
function 的进入跟 function 离开，它其实要花的成本是有的。好，我复习一下那个我们的函数呼叫篇的内容啊，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在之前呢有探讨一个叫做函数呼叫篇，函数呼叫篇呢花了一点心思呢去跟你介绍什么呢？介绍那个 function code 是有它的那背后的学问啊。所以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啊，就是说事实上的 function code 呢它不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行啊，它是有去有回啊。所以事实上呢，不管你的 function 再怎么简单，你都要需要在 stack 上面做操作，要把什么东西存起来，要把返回的位置存起来啊，要把这个像这个 RBP 啦，或者一个还有你可能还需要的对应的这个 local 的这个 data 啊，就 function 的 data 你要保存起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最少。你需要什么东西？你的返回的地址你要记录下来，然后你就需要什么 stack 操作。好，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函数呼叫是有成本，即便是再简单的函数都会有。好，然后呢，不精确的来归算的话啊，就说一般人说了哈，这个 function code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把这些画面中这些资料推入 stack 啊，还有涉及到还原啊。一般来说呢，它需要多少道多少个 cycle 呢？一般来说，它需要30个 cycle 以上。好，可是问题来了，你再实际回想一下，如果我们思考一下画面中这段程式码，它就是一个 and， 你觉得 and 它需要多少资源呢？在绝大多数 risk， 它就需要一道 cycle。所以这件事好玩哦，你看到我们因为像刚才讲到这个 function call， 它会有这个 stack 操作，所以它进入 function 跟离开 function。它可能需要30个 cycle， 但是中间真的有意义的东西只有一个 cycle。 所以你看现在程式做这种操作，如果这个 is r 的呼叫很频繁，你原本就一道变成什么31道，因为加上那个 push 跟 pop， 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30道。所以我这个东西越频繁我就越慢，而且我的 call size 变大，我的执行时间变长。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看到 SR 就把它换成一道 AND 的操作，有没有办法？可以。可是呢，这是不是影响到其他的 CU？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每一个 CU 都是独立的，所以你看到，即便呢我在某一个 CU 把所有的 SR 的换成一道 AND 的操作，但是其他的 CU 都是这样独立的，所以这时候怎么办？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不能对 CU 下动手脚。我们下一个环节要怎样动手脚？对 link 动手脚。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我们回到第一个部分，我有跟大家讲过这个编译器呢，我基本上分三个阶段嘛，对，就是这个编译、主义还有连接。好，当然就像我们前面展示给大家看的这个 AMACC， AMACC 就是它就直接从原始程式码到什么执行档，它中间也没有编译器，也没有主义器，也没有连接器。有没有可能这样？有，事实上早期的编译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形式，但是后面就是为了维护上方便。维护上当然有一部分就是表现在这个 IPO 上面，所以你可以想一件事，我们呢如果有机会去变更 link， 不是只是让他做这个 relocation， 这个第一个我上个这个环节跟他讲的这个 relocation， 我们同时看到这个 is r 的时候呢，我就不把地址换进去，我直接把那什么把这个 is r 的呼叫 is r 的地方换成 and 操作，是不是你的程式码变小？是不是你整体时间变快？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inter-procedural optimization 啊，所以你大概发现这个 procedural 是针对什么 CU 里面的那些 function code 啊。那最简单的这个 IPO 就是做 function inline， 就刚讲那个啊，把整个 function body 啊直接复制到这个 code 那边。当然，真正 IPO 是很多东西要考虑的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你可以看，就是我们大概刚刚讲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想要这个把那种很小的程式码，然后把它展开到它的，因为它用的平板，那我展开到呼叫端。这时候有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它平板？对啊，因为你在同一个 compilation unit 不知道，所以事实上你可能在 link 阶段才会知道
这个函数是不是很频繁的呼叫啊？这第一个，你要怎么知道它频不频繁？第二个是什么呢？既然我们知道在 link 要下手脚，那我 link 要怎么做到这件事？好，所以注意看画面中下面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你看到，如果你把视角停留在 link 的左边，看起来都合理对吧？啊，不同的这个 compilation unit 通过 compiler 产生 object file 啊，那可能那我接着产生 object file 再交给 link 去做 relocation。这时候结束对不对？好，可是呢，link 后面的地方是你未曾想过的东西，好，就我们前面都没有提到的东西，是吧？哎，link 后面也可以有个 IR，然后呢，也可以丢给 compiler，然后再产生最终的执行档啊。所以 IPO 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这个，就是说它让执行档内容包含另外一份 IR，包含另外额外的资讯，然后呢，我再重新编一次啊。就像前面讲的，讲什么？比如说，我看到这个 is up，我就把它变成什么？变成一道 and 操作，所以 function call 不用，然后呢，我看到某些函数它太频繁了，很短很频繁，像什么 abs 啊，或是那个 minimal 啊、maxima 这种它的操作很简单，我干脆把它带进去而且带入的时候呢，比方说 abs，发现什么呼叫 abs 的时候，那个值都是正的，我干脆这样，连 abs 这个东西都不要了有没有可能？可以，但这件事不可能在 link 之前做。对吧？因为每个都是独立的 compilation unit 所以 link 这个时候存在，它额外的资讯带进去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今天讲 IR 也不是人人看得懂的才叫中间表示法，只要一个处理中间的形式就是了所以你看 link 后面那个 link 右边那个 for IR，它其实是什么？它是执行档再加上什么程式码。所以原始程式码摆在这个里面，或者一个中间的形式摆在这里面所以它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就是什么？这个中间的形式呢，这就非常有趣就是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我们有机会做到更多的这个最佳化那这个东西呢，称为叫做 link time optimization 然后呢，在有些编辑呢，像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编辑呢，就是叫什么？叫做 WPO Whole Program Optimization 然后呢，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就是找这个 Link Time Optimization 这东西很多啦，就是这个 Linux Kernel 用。所以比方说，在2012年呢，有一篇那个Linux Week News Linux Week News 这个非常好就是花点钱订阅，你就会看到那个最新的内容那如果你暂时不想花钱也没关系，因为它过一段时间就会把旧的内容丢出来然后呢，注意到呢，就是说这个在2012年开始有一个很讨论那这个讨论主要是来自 Intel 的工程师就是他去讨论说，哎，我能不能对 Linux kernel 做 LTO？可以而且很好玩。这东西呢，对效能有一定比例的提升这边直接看，给大家看一个数据数据是哪里呢？所以就是 Intel 工程师发现一件事如果你对 Linux kernel 做 LTO 的话呢，那在网络的地方呢，有可能会提升18%的效能注意到千万不要小看这18%当然你在台湾念研究所有时候很麻烦你知道吧？在台湾读研究所也是很想起来是蛮神奇的台湾读研究所，你看起步比别人慢很多人都是到研究所开始写程式，对不对？起步比别人慢，但是毕业时间比别人早，对不对？你看 MIT Stanford 很多人读硕士、博士都读很久，但是我们学生硕士已经2年毕业然后很多那个不管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哎呦，不管什么程度都可以2年毕业，那就算了。最吐的地方是什么？你如果去参加那个硕士考试，那每个效能提升都是什么？都是5%、18%这种数字，都是，哎呦，哇操，提升效能都是60%还有提升5倍、提升10倍，对不对？所以你看，起步别人比别人晚，然后效能提升又比别人多，哇，这样的教育是不是值得投资？是所以即便我们台湾大学台湾的最好的大学，它的这个一年的经费只跟大陆排名33名的兰州大学差不多的时候呢，是这个北京大学的1/6的那个投资但是身为纳税人，我们要觉得很肯定，对不对？花的钱比别人少，但是培养出来学生，哇，
起步比别人晚，但是做出来效能比别人好，吓死你，对不对？好，拿回来。但是你听过这个重口味之后呢，其实我们要回答这件事啊，千万不要小看这18%。18%的意义是什么？是我不用修改程式码，光靠编辑就可以提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所以我们看编辑有时候看那个数字啊，有时候你看不懂啊，什么说 Hackbench 啊，做 LTO 之后只快了 5%。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不用对 Linux kernel 逐行审查，我不用对 Linux kernel 一步接着一步去做。我只要这样，我只要改变编译器参数，我就可以做到这个提升啊。这个是我们称为这种自动化的最佳化是很重要的啊，尤其对 data center 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因为 data center 里面没有 killer page。好，我再讲一次 ，data center 里面没有 killer page。这意味着什么？比方说我们讲 Google 搜寻 ，Google 搜寻里面会有很多东西，什么爬虫程式嘛啊，然后可能资料库要做索引啊，要做正规化啦。或者他要做 map to s 啊，反正很多操作，它里面没有一个程式是决定性的比别人高的，没有。你可以讲说，假设它有100个程式，那每个程式它占的 CPU 可能只刚好占1%，有没有可能？有啊，因为每个程式分不出不分宣制，反正它就是尽可能去用资源，尽可能去用 CPU， 尽可能去用那个 IO 资源啊，所以这个 schedule 就会想办法让它这个一个相对公平的占有啊。可是呢？换个角度想，如果你可以透过这种手段，什么手段？就是透过编译器的最佳化，然后你就可以改成5%、18%，是所有都有机会这样改善。好，这个长久来讲，它的一个意义是很大的啊。我有更多的机器可以闲置，我可以开更少的 instance。好，这个对这个，当然它省下的电，它省下的管理成本啊，那是非常可观的啊。所以千万不要看它数据，因为尤其我刚才讲过，你在台湾读研究所就会有这种问题，因为口味太重了。你说为什么口味那么重？因为那口味啊，不要讲这是商人啊，但你懂吗？啊，有的口味看不懂啊，对不对？哈，他说你如果给他说，哎呦，我改了老半天，效能只有5%，那口味说啊，为什么只有5%？为什么我的学生做出来的东西是5倍、10倍？对，你就完蛋了，毕不了业，对吧？哈，所以你的重口味。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件事，这个东西是工程方法啊，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哈。这个作为工程师，真的要实事求是啊，不能说在某些。你看，当然你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做研究很随便都可以做到那种效能提升，对不对？你专门去调那种 corner case 嘛，对，你懂吗？啊，完全用不到 case， 你根本不会被执行到 case 啊。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 IPO 有机会让什么最频繁的路径得到最佳化，好，这是它的意义。好，然后呢，接着我们来讲 link， 这个 link 呢也是另外一个学问啊。我们前面讲过 ，link 呢有个很主要的作用是做 relocation。但是 IPO 进来之后呢，它会让整件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啊。再回想一下 ，IPO 进来之后呢，它变什么？就像这个画面中右边都可以看到啊。所以事实上 ，Link 出位 ，Link 得到了一个最，它可能不是最终执行档，它可能还包个 IR， 然后再做中间这些function inlining 啊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呢，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这个 Link 呢，其实它要做的事情呢，其实也没那么单纯啊。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讲的东西哈。我们回想到，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 compile， 讲那个 compile driver 的地方。好，对，我们来回想一下啊，我们之前讲到这个 GCC 呢，它不是 C compiler， 它是 compiler driver 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左边就是一个学问。你看到 link 呢，其实它在接受那个 object file 的时候，它不是这么单纯，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它要怎样？它去找 library。他要去找对应的 西方 time， 所以在 main 函数之前会有一个东西叫 西方 time， 然后呢，他还要去找，比方说，我的机体的使用啊，有开发过嵌入式系统的朋友都知道哈，就是你可能还有这个机体的这个什么的操作啊，就是我这个执行档，它对应到这个机体的它的 BSS 啊，它的 data section 啊，大概多大啊？它其实有很细致的去可以去调整啊。Link script 事实上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不会，它的复杂度不会输给你去写一个 C 语言程式，不会啊。就是如果说你有追踪过那个 Linux kernel 的朋友就知道啊，其实这个东西的非常之复杂啊。所以接着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所以实际上 link 本身它的命令列啊，就是说它的那个要去哪里找 library 啊，要找哪些 library 啊，要找哪一个 C 中 time 啊，然后呢要指定多大哪些 link script。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
而且 link 的命令列呢，它的选项意义跟它的位置有关，越早摆在前面就是越早会符合的，摆在越后面就是越慢会符合的，所以看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很复杂的地方，你看到，你来看右下角，你看这个东西多复杂。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减 L 啊，减 L 表示什么？我要去 link 的那个 library 啊，比方说在右边来讲看到减 L p3 就是比方说我要去 link 到什么 p3 啊，然后呢，再来是呢，你在里面可以去找这个 as needed 啊，那基本上你可以去查阅一下那个 LD 的 main page 啊，你打 man 啊，就是那个 main page 的缩写啊。MAN 啊，空格 LD 啊，那你可以看到它很多说明啊，所以比方说有 as needed 啊，然后的那个什么这个 default symbol 啦、啊，还是什么的，反正有那这种动操作。注意到，我们只是列出非常少的案例，实际上有一大堆。所以事实上呢，它本质上就是个学问。好，那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更麻烦的地方是，很多时候呢，编译的过程中 ，link 往往是效能的瓶颈啊。这个跟很多人想象中不一样啊。很多人觉得，link 就是做旅游会，不光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议题啊，都要考虑好，而且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好，所以他可能还在去检验，所以那个 link 要花很多心思去做这件事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啊，你今天做工程跟做研究真的不一样啊。做研究强调是单点突破，对，单点突破就是说，好，比方说我今天着重在哪里，好，比方说区块链啊，那你发现说，我去加速里面的 transaction 的速度啊，那把 TPS 从7提升到70，哇，这个就是很伟大的研究，这个很重要啊，这强调是单点突破。那你说这个东西，你做这个研究之后，要怎么整合到 Bitcoin 啊，整合到这个以太坊啊，整合到其他的加密货币，怎么做？好，那是另外的问题，这就是工程问题。所以工程问题是基于一些演算法，基于一些研究上的突破啊，去这样扎扎实实的每一个环节啊。一步接着一步去突破，去验证，好，然后邀请很多人来帮忙检视，好。那回到这件事呢 ，link 也是一样 ，link 呢其实它是一个存在这个城市存在很久了，这时候1950年代就有 link 了，1950年代就有存在的 link， 其实它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演化啊，这是电脑科学少数那个超过一甲子的东西啊，超过一甲子的那个研究呢，它这意义是非常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实上呢，这个。以耿诺托圈的那个始作来讲的话 ，link 其实有两套，一个是叫 LD， 那另外叫 GO 啊。那 LD 呢，它是基本上是绝大部分的硬体平台都可以支援的啊。所以比方说 ARM 啊、MIPS 啊，然后呢，反正那个 Intel 的啦，然后那个像把我们前面讲过的 NDIS， 然后就台湾人自己的那个 CPU 架构叫做 NDS 32啊，这样的架构都可以支持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东西叫 GO 的，下面可以看到 GO 的啊。就是金牌啊 ，Google 的金牌 Link 啊，这个金牌 Link 呢，它支援的硬体架构就很少，基本上只有三个架构有在被支援 ，Intel 的 x86， 然后呢，这个 ARM 还有 MIPS 只有三个架构有支援，而且只有前两个有好好的被维护 ，MIPS 基本上已经接近放生阶段啊。好，那这个注意到一件事啊 ，LD 呢是很旧的东西啊，我们称为耿诺 LD， 它依赖一个 library， 我们称叫做 BFD 啊。你可以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啊，这个我们之后还会再探讨啊。简单就是说，它是一个函数库，这个函数库呢，可以顾名思义，它可以来操作一些二进位的东西。比方说，你可能都知道，就是说 ，Windows 的执行长格式叫什么 ？Windows 的执行长格式叫做 PE， 还有 NE， 这个 PE。好，比方说 Windows 的那个执行长格式叫做 PE 啊，那 PE 的那个全名叫什么？叫做 Portable Executable 啊。然后呢，更早之前叫 NE。好，这个 PE 是针对那个64位元跟32位元都可以用的啊。然后 NE 呢是针对那个16位元啊，16位。好，那这个就是那个在 Windows 的全名叫 New Executable 哈，不过这件事很好玩啊。New Executable 是比较旧的啊，然后那个 Portable Executable 是比较新的啊，不要问为什么啊，那反正就这么一回事啦啊。好，那所以像 Windows 呢就有这种有 PE 啦，有 NE 这样格式。那 Linux 呢会有什么 ？Linux 会有别的格式叫做 ELF 啊，就反正另外一种执行格式。那它的全名叫做 Executable and Linkable Format 啊，那这个东西在很多系统都有用啊。
像FreeBSD 啦、Linux 啦，哈，这些系统都有在用。然后这个 Linux 呢，在90年代末期，哈，就被认为是就是采用这个 EF 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格式啊。好，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 BFD 啊，就是它就可以做什么呢？它就可以处理不同的执行格式。好，这是第一个。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光有执行格式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考虑到 debugger 啊，像 GDB 这样的 debugger。那它势必呢，它要能够去从执行档里面萃取出什么 debug information。所以你看到一个执行档，不管是前面讲的这个 PE 啦，或是 EF 啦，不管它什么格式，那里面一定要有个方式去涵盖这个必要的这个出错讯息哈。那有人可能知道这个，在 EF 的话，它叫做什么？叫 DOM。那这个豆腐呢？哦，这个东西很有梗啊！哦，就是熟悉英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EF 也好，DWAIF 也好，这两个字呢，都是其实都是很像的东西，都是那种小矮人、小精灵啊，哦。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反正一个小精灵里面一个小矮人，类似这种东西的啊。好，那所以它是一个，你知道这个电脑很多词都很好玩，就是很多趣味在里面哈，哦。所以这个我们学习这个电脑哦。很多时候不是只是为了写程式啊，其实里面有很多趣味的地方在啊，所以为什么要读历史？哎，里面很多环节可以去讲啊，然后而且你讲的这些东西，也许人家不会把你当做死宅男，也许人家会觉得你很风趣，也许啊，看我不准啊，我努力，我上课都在努力讲笑话啊，但是通常学生都不笑啊，你知道我们助教就很可怜，我助教拿一个牌子说哦，大家请笑，对好，或者助教要负责笑啊，所以每学期他找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当助教啊，她不用做什么特别事情，就爆笑对哈。那这样我就觉得比较上课比较有成就感啊。好，拿回来，那这个东西呢哈，所以 LD 用使用比较旧的 BFD 啊，然后它的好处是支援大部分的平台，但它有一些先天上的问题啊。因为 BFD 呢，它什么时候开发的？1980代就开发了啊，所以它很缓慢，1980年代末期就开发了它很复杂，而且其实维护它的难度是很高的啊。然后后来 Google 的工程师呢就重写啊，把这个 Linker 重写，它就完全不依赖 BFD 啊，然后它就全系统。但是它有个问题，它只针对 EF 啊，它只针对三个架构：Intel x86、ARM、MIPS，而且主要是前两个架构。好，然后这个设计来讲，它把 Linking 啊，那我又称为这样的动作，我称为 Linkage 啊，就是这样。连接阶段，它把它拆成两个步骤，好，两个阶段，好，你看到，哦，如果是传统的 LD 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复杂，就是说它要去载入这个 object file，然后它要去 link 啊，然后它会一直重复的判断，好，可是呢，这个 gold 啊，这个金牌 link 啊，对啊，金牌连接器啊，这个东西呢就很酷，这个 gold 做什么事情呢？啊，不要怀疑，它名字就真的叫 gold 啊。好，那这个 gold 呢就做什么事呢？你看哦，他在第一个阶段他做什么事？他先把那些 object code 载入起来，然后呢，他去检查它的格式、检查它的符号，然后去判断啊，要看要不要去处理。如果有效的，他就要丢到下一个 queue 里面；如果是无效的 object file、重复的 object file、不需要处理 object file 啊，诸如此类这种好，那他就直接把它丢掉啊。然后右边呢会丢到一个 queue，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你发现一件事哦。这个 relocation 注意到画面中啊，这个 relocation 呢是这样，这个兵分多路啊，你心里大概有一种感觉，对，这东西就是这样，可以多执行序啊。注意到上面的那个 GNU LD 它是单执行序的，但是呢到金牌 link 的时候呢，就已经变什么，就是变成多执行序的。当然第一阶段是没办法多执行序的，但第二阶段是可以的啊。所以注意到啊，所以为什么 Go 会比较快，因为它把这个东西拆开来啊，这件事很重要。千万不要以为画面中很简单啊！然后呢，这边很值得一提什么呢？这个台湾厂商对 Go 的是有贡献的啊！哪一家你觉得很感动呗？台湾人竟然对这些 Open Source 有贡献，你会觉得是天马行空吗？不可，就是说怎么可能啊？实际上是有的啊！这个时候就要讲这个，又是我强者我同事的哈。这个总之呢，如果去 Google 搜寻到 MediaTek Go 的 link 啊，那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资料，对不对？你在网上搜寻呢，基本上有蛮多笔资料的，对不对？有超过10万笔资料就在讲这个啊。
讲这个联发科对 Go 的 Link 的贡献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啊！我们在台湾其实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啊，你看对岸做很多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的事情啊，对啊，就是把那个 FreeBSD 改一改啦，把 Linux 改一改，就说叫麒麟操作系统呗，狗屁啊，对啊，那就是为什么不能诚实说麒麟 Linux 这边我还可以接受呗啊？就是他就讲说，哎，这个东西是我自主研发啊，不然就是说，哎，把那个龙芯啊，把 MIPS 抄到 MIPS。都要主动跟你授权的啊，就授权给你这样啊，然后就叫龙芯，对不对啊？就它就应该叫什么 MIPS 的一个变种，对不对啊？就大家就比较合理了，对。但是你看自主研发，对大陆的所谓自主研发是这样，可是台湾不是，对，台湾说很尴尬。你看我们台湾有台湾人自己做的 CPU， 不是只有 Andes 而已啊，就 Scode 啊，这个 Scode 啊，这个也是台湾人的骄傲，一定要讲一下啊。这个 Sunplus 啊，就是羚羊科技啊。那羚羊科技呢，事实上呢，在十几年前就这个成立一个什么，这个自主的，就台湾人自己设计的那个 CPU 架构啊，那就叫 Sunplus 啊，这个 Sunplus Core 啊。所以你看这个什么，就是那羚羊科技发展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存在一阵子啊，而且它事实上呢，用在很地方用很广啊。像那些什么呢？像那个游乐市场啊，像那个电康手啦啊，然后或者是像那个什么计算机啦啊，就是那个便宜好用的计算机，里面就用到这个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非常重，然后而且很多玩具啊，里面就跑这个 Sunplus 啊。所以你看，光是台湾人的做的 CPU 有商业化的，有 Sunplus， 有 Andes， 对不对？这两个东西不只是商业化成功，而且它对应的 tool chain。是 open source 的，哦，没有躲躲藏藏、遮遮掩掩，对不对？哦，你看他们这么小的地方就有至少有两个商业化的 CPU 啊，哦。当然，真的在开发 CPU 公司跟单位，帮我们成功大学电机系以前就有开发 CPU 啊，哦。不过这当时有一点比较失败，就是因为那时候是仿 S86， 就是跟486是高层次的，就是高稳度的那个的模仿啊，就是相容啊，所以这个。这以前比较可惜啊，后来就被 Intel 告嘛，告到那个没有那个，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说其实台湾很早很早之前就这样，有自己设计的 CPU 啊，有自己维护的这个编译器啊，有自己维护的自己开发的这个作业系统啊，然后包括说我们像什么工具机啦啊，甚至台湾还有航空的啊，就是除我们刚刚讲的 ARC 以外，其实台湾在航空也其实也有点建树，但通常酸民都怎么讲？乡民都怎么讲啊？反正我没看到，它就不存在，对不对？这个很尴尬，怎么样？就是你看中国大陆很多自主都不是真的自主，对不对？那我们很多自主呢，就是你不相信有，对不对？好，那就算呢，哎，你也知道嘛，就在 PTT 发文说，哎，我们台湾真的有在做，就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没有竞争力？什么叫竞争力？这是一个含糊的词吧？我们重点是什么？要把对的人放到对的产业，让对的产业上怎样创造产值来，对不对？这就是对的事情了，所以你看，你说德国人为什么他不会，德国的人为什么不会一天到晚说我们国家为什么没有 Facebook？ 法国人也不会说我们国家没有的吗？我们国家没有 Google， 他们会觉得自卑吗？会，对不对？你看那个发行的刊物啊，就是全世界发行的刊物啊，英语刊物是第一名，但是呢，第二名是什么？就德语的刊物啊，就德语刊物基本上英语有什么，德语就赶快去翻啊，或者赶快去做那个写作啊。那当然，原生用德文写的写作也是非常惊人。那这德文不会因为国家没有 Facebook， 国家没有这个 Google， 他会觉得自卑，不会，哦，他反而怎样，很乐意的去做关键技术，然后跟 Google 啊跟 Facebook 合作，好不好？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啊。好，那接着呢就是这个，所以大家要记得哈，啊，台湾之光啊，就是这个那个像那个 Go 的这样的一个 link， 这样的一个 link 啊，有联发科在内的厂商啊，这个台湾厂商做贡献啊。好，接着我们到下一个系列 ，LLVM 啊，好 ，LLVM 呢，旧称呢叫做 Low Level Virtual Machine 啊，但是注意到呢，就是后来呢，它就没有简称，它就没有全写了啊，它就叫 LLVM 啊，所以注意到啊，这个单子它就叫 LLVM， 所以你如果看到 Low Level Virtual Machine 的那种描述，你可以丢掉啊，因为那是错的啊，就是旧称。好，
然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它用这个 C 加加啊来撰写。那 GCC 呢，以前是用 C 语言撰写，然后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GCC 开始改用 C 加加撰写啊，这个是 GCC 7啊，那开始用 C 加加撰写，这也很有趣啊。然后 GCC 跟 LLVM 它中间的有很多爱恨情仇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东西的缘起是这样啊，就是这个 Chris Danner 啊。Chris Danner 呢，他在这个 UIUC 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什么，这个UIUC 读硕士的时候，注意的啊，硕士。Chris Danner 读硕士的时候，跟他的指导教授啊一起发展了一个东西叫 LLVM 啊。那注意到呢，LLVM 一开始没有那么大，它不是那么大的范围啊。它其实你去想一件事，他一开始呢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他先去制定 IR，然后所以他先制定 IR。然后呢，他去设计一个可以做 IPO（Interpretation Organization） 啊，所以他开始先设计 IR，然后设计这个 IPO，然后设计自己的这个对应的工具啊，比方说这个 IR 上的 Assembler 啊，IR 上的这个什么那个 Optimizer 啊，然后呢，它的语言前端用什么？用 GCC 啊，所以你看啊，这东西很好玩，他去改 GCC，让它可以产生出符合 LLVM 规范的 IR，然后呢，这个 IR 呢再转成什么？转成对应的这个 backend 啊。所以一开始呢，它是很仰赖 GCC 的啊。但是后来呢，这个 LLVM 呢，它把前端的 GCC 的相异性丢掉啊。所以这个东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 GCC 4.2。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 GCC 4.2啊，这个是对那个 LLVM 的开发社群啊，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 LLVM 本质上呢，你不能叫它 compiler，你要叫正确的说法是叫做 compiler infrastructure 啊，所以它是一系列的这个工具啊。就包含说里面有编译器啦、解译器啦，然后有逐一器啦，然后有一些 optimizer 啊，甚至有 just in time compiler 啊，这放在这里面。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这个过程中啊，有一段比较复杂的故事啊，因为 LLVM 当时你就想嘛，当时就 Chris Danner 他一个硕士论文，注意啊，你看有强度的人放到有强度的地方。就可以做出有强度的事情，对不对？一个硕士论文可以影响到整个世界上，对不对？多了不起啊！好，硕士论文就够了。好，那所以这个 一开始呢，这个 LLVM 呢，它是使用了这个使用 GCC 当它语言的前端啊，然后呢，它专注在 IR 跟它的这个 IR Optimizer 跟它的 backend 啊。可是呢，有个问题呢啊，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GPU。然后，在 GCC 4.3之前啊，4.3之前呢，就是帮哎，应该怎么讲错了？GCC 4.0之前，它的 license 就是 GPL 第二版，然后 GCC 4.3之后呢，它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说，事实上它的那个授权方式改变那授权方式改变呢，其中有一条是什么？不准你用。绑架 GPL code 的方式去存在。好，你看到、哦，我们想一件事啊、哦，原本的 GCC 4.2是这样啊、哦、，GCC 4.2它是 GPL 第二版，发布的，所以我可以把 GCC 掏空啊、哦。你就想说，我们用比较惊悚的话叫掏空。所以你看到、哦，我把 GCC 的前端留着，后端有用过后端我不管，反正我就让 GCC 的后端变成什么，变成那个 LLVM 的 IR。好，那 LLVM 自己它有 Assembler。他自己有这个 Optimizer，他自己有那些 Translator，把它转成那个目的端的那个输出，比方说 Intel 的 S86 或者是 ARM 输出，好，基本上你都可以做到，对不对？好，那你想，哎，我以后对一个 GPU 的专业是不是都可以做这种事情？对，我去改它，然后呢，我去绑架它，然后接到另外一个 project 上，对，那你是，哎，这样是不是可以让 GPU 受感染的区域变小了？对不对？你看，我就是。原本你去改 GCC，对不对？你改多少就要放多少，好。那但是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LVM 的修改是我就只改 GPL V2 是放出来的这个 GCC 的方那个语言的方案啊，那其他地方还是怎样？用自己的授权，可能用 BSD 授权，有可能用商业授权啊。所以 Richard Storm 后来就觉得这个 LVM 这样做不老实啊，所以他们后来就引入一个新东西叫 GPL 第三版啊，然后所以 GCC 从 4.3 版开始就变成什么？用 GPL 啊 ，GPL 那个 3.0 去发布 GPL 3.0， 它明文禁止你掏空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你修改的时候应该整体的修改啊，你不能说我掏空之后呢，拿来什么拿来拿只取我用的地方啊，然后我不准你这样掏空啊，所以这个 GCC V3 啊，它把这种行为就是去做了一个定义啊，那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你去查 GCC plugin GPL V3 好，那这个就讲到这个 license model， 然后这个东西你可以找到一大堆这种讨论啊，然后所以这件事呢对 LLVM 背后的赞助公司也就是 Apple 有很大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个后来啊，后来那个干脆呢这样，干脆这个 LLVM 就干脆开发自己的那个语言前端啊，所以这个语言前端呢，就称为叫做 clean 啊，看一下 clean， 好 clean 啊 ，C L N 啊，注意到不要念 C L N， 要念 clean 啊，好，这个 Chris 念的念 clean 啊，所以就跟着念啊，所以有时候你遇到那个英文字不知道怎么念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去听这些人的演讲啊，你就会就比较懂啊，所以你看，我们再重复一下刚才的故事啊，所以这个一开始呢 ，L V N 呢，它沿用了很多 G P U 的成果啊。那但是 Richard Stallman 认为说架空啊、哦、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个 GCC 4.3 就直接用 GPL 3的发出啊、哦。那 LLVM 背后的这个发展的公司就是主要发展的公司就是 Apple 啊、哦，就发展直接方案叫 Clean 啊、哦。好，那我们再快速看一下啊、哦。所以这个 LLVM 呢，它本质上呢，它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开发出一个 Compiler IR 啊、哦。然后呢，所以里面呢也是用一个这个 Free Address Code 啊、哦，那这个。一个 RISC-like 的一个这个 instruction 哈，然后它里面还有包含说一些必要的一个 metadata 啊，然后呢 LLVM IR 呢，它基本上很特别，它跟很多 IR 不一样，就是它有三种形式啊，一个是 in memory form 啊，就是说它是就是它可以，比如想要说这个程式码啊，这个程式码编译的时候它最输出呢就在机体的某个地方，而且这段地址呢。可以跳进去实行，好，所以我称为叫 just in the compilation 啊，是 JIT。好，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你 IR， 你可以把它输出成对应的这个组合语言形式啊，所以你可以用相对来讲人可以看得懂、可以编辑的形式，就是一个assembly form 啊。然后再来是呢，你可以输出一个 object code， 注意到呢，这个格式呢叫 big code 啊。熟悉 Java 的朋友、听过 Java 的朋友都知道，有个词呢叫什么 bytecode 啊。注意到呢，在 LLVM 呢，它用的术语叫 big code。那说它的那个对应的那个输出呢叫 BC 啊，好，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就是说这个 LLVM 呢，它的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它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GCC 是什么 ？GCC 是 compiler driver 啊，所以它可以在好几个阶段，在 preprocessor 阶段停下来，在 compiler 阶段停下来，在 assembly 阶段停下来，在 link 阶段停下来。好，然后 LLVM 呢又跟你更细致，它可以在中间的环节，就算没做完，中间环节它可以这样，它可以停下来。啊，而且它可以把这个结果序列化，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处理内容，比方说 GIT 处理完，好，那我就把 GIT 的那些程式保存在某个形式去存在，啊，或者说，哎，我已经把它这个程式已经转成那个 ST， 那我可以在 ST 的地方 pass 处理完之后呢，把它保存下来，好，这是一个，所以LLVM对 compile 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让编译器的开发者，或是说站在这上面去做。看似跟 compile 无关的，就像我们前面在第一个系列跟他讲的啊，比方说这个什么render script 啊，就是或者 OpenCL 啊，或者什么这种，就是它基本上跟 graphics 跟 GPU 有关的东西，但是它底层呢就是有 compiler， 所以我可以重用 compiler LLVM 带来的 compiler 成果啊，但是呢我又可以在里面可以去除错，可以避免说我在刻意的编辑啊，又可以重用刚才讲那些。前面讲很多什么 SSA 风啊，或 CSA 这种这些成果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啊。所以为什么后来 GCC 也改用 C 加加重写啊？油罐也是受到这个 LLVM 的这个要求启发啊，还有这个整个开发者社群的影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啊。所以呢，它的示意呢，基本上跟 GCC 的那个示意图很像。但是有些不同啊，主要是一些术语上啊，所以我们前面有讲过 clan 啊，那 clan 呢，基本上就是在 LLVM 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的前端。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写自己的语言前端啊。LLVM 有非常多 API 啊，所以帮之后我们会来跟大家探讨，就是怎么去开发自己的一个站在 LLVM 基础上做一个语言前端啊。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C 的方案啊 ，C 加方案啊，好，那基本上。还有 Objective C、Objective C 加加啊，那 Clan 就包含这个 C Family 啊，就基本上就这几个语言。好，所以比方说你有 Clan 这样的一个 Front End， 那它可以产生什么？它可以产生 Big Call 啊，前面讲过了。这 Big Call 是什么呢 ？Big Call 是一个这个它一个 IR 的这个 Object Call 的一个格式啊。注意到这个东西呢，当然不能直接用什么 X86 啦、按这种东西直接执行啊，不行啊，它其实需要什么？需要一个特制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比方说那个 LLVM 有个东西叫什么 ？LLVM 有个东西叫 LLI， 这个 I 是什么呢 ？I 就是呢直译器啊，所以你可以通过 LLI 这个工具，可以直接去执行这个 LLVM 的这个 Big Call 啊，你可以这样做。好，再来是，哦对啊，记得讲笑话要记得笑啊，谢谢你啊。然后，那我刚才提到这个 Big Call 啊，这个 Big Call 呢出来之后呢，注意到哈，原始的 LLVM 论文在哪里哈？原始的 LLVM 事实上只有包含什么？包含 LLVM Big Call、Optimizer 还有对应的一个 Backend 啊，基本上只有包含这个环节啊。一开始是沿用 GCC 的，也是什么？好，好，那这个 Optimizer 里面搞的飞机就可多了啊，这个里面太好玩了哈，就是 Big Call 层体，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SSA 里面。那些策略就可以用啊，然后呢，再是有个东西叫 selection DAG， 不要怀疑，这个 DAG 就是你在资料结构学到的 DAG。DAG， 好，这个叫有向无环图啊。然后这个东西呢，这个很无聊，其实乍看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种，就是有向啊，这个方向对不对？然后但是它不会变成一个 circle。所以它不是 circular， 它是一个什么？它是那个它不会循环，它不会有那种绕一圈的啊。然后这个东西用很多地方都用到，这个 DAG 啊，用在很多地方会用到。比方说什么？你如果写过 makefile 里面就有 DAG 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这太多了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刚刚讲到 makefile， 然后呢，加密货币啊，加密货币里面有个 DAG，Bitcoin 里面有 DAG，IOTA。里面有 tag 啊，等我们之后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加密货币啊，那里面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还有什么呢？编译器里面会有 tag 啊，然后这个作业系统研究里面也有 tag 啊，主要是档案系统的档案系统跟那个网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常见的东西啊。那编译器呢，大量用这种 tag 啊，对，忘了讲 git 里面有 tag 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它有很多特性啊，底下。Wikipedia 上面有说明啊，那你可以看一下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东西啊，因为，哎呀，你知道吗？台湾的教育有时候很麻烦啊，因为考试呢，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你大学通常不教？你看到这词你会很生疏，你知道不？因为呢，研究所考试不考，所以大学不稳，我们就不敢教啊，对吧？你看教一个东西，如果研究所不考，我这样学生就生气啊，必修课教那个不开考的，对不对？跟你讲，第一天学生就生疏了，而且学生不生疏，家长会生疏，对不对？是受害者，好啊，拿回来。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所以你在台湾好了，很多时候是因为研究所不会考，考试不考，所以那个导致你没有学习。但是别怀疑，一本书这么厚，对，资料结构一本书那么厚，这些东西是多少开发者、多少研究者的心血在这边，对。所以你当然要好好每一页去品尝，每一页去接触，好，所以就花一点时间去看 DAG 啊。然后呢，这个 selection DAG 呢，它的这个学问在哪？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过那个。Pipeline 啊，就是讲那个什么，我们不是讲那个 five stage pipeline， 好，帮你复习一下，你可能想不起来，我复习一下。
所以我们前面讲这个 pipeline 啊，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是需要对这个指令重排啊。那问题啊，指令重排我要怎么去做到，对不对？从上面到下面看起来不难，对不对？你要理解好像也没有难啊，反正就是避免那个啊，避免 data hazard 啊，降低这个 data dependency。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怎么做啊？这东西太深奥了啊。所以往往呢，你需要透过一个 DAG， 好，这个 DAG 呢，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资料表示方式哈，那这个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不难搜寻，就是 selection deck 啊，那你就可以看到说有很多策略哈，可以去协助你做这件事。那这个我们先提到这里啊，然后呢，再来是要输出那个输出 machine code 的时候呢，也会有对应的策略啊，所以这个 LVM 呢，它本质上会有一个就是跟 machine code 有关的那个操作啊，它有专门。所以它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定义非常多细节，哦，所以注意到同样是 GCC 来说的话呢， GCC 当然可以画出类似的图，但是 GCC 画的类似的图只是什么一个示意，或者说一个功能上，你可不可以单独去用往往很难。但是 LVM 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它把 API 切割出来，所以你画面中看到每一个环节基本上你可以单独去做，比方说 C 的 frontend 它有什么 parser， 那我可不可以用 parser 的 API 可以重用，可不可以？可以。你说为什么需要对 client 就是用 client 的那个 API 啊，去那个你为什么需要用这东西呢？啊，你比方说你要做那个什么 auto complete， 好，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在这个很多编辑器啊，不是编辑器啊，是编辑器 editor 啊，像这个 editor 呢，都支援一个东西叫就自动补完。你比方说，你看画面中的这段程式，对，一个 for 回圈啊，那 for 回圈你看里面有个什么 append 啊，那这个 append 是 STL 里面的东西啊，那所以你看这东西你可以去自动补完，对，补完说这个东西，然后补说里面是字串的形式啊，或是一个什么，或是一个另外一个形式，对，那这个东西你势必要对语言层面有概念才行，你不能在完全不懂程式语言的前提下做到自动补完。那可是问题来，我要怎么让 edit 看得懂程式语言？所以呢，有一个很酷的地方是吧？对，不要怀疑，就是在编辑器里面呼叫 client， 好，或者更好的说法是这样，使用到 client 的 API， 然后去做什么 parser、nexer、parser 啊，还有这个 st 的部分啊。所以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呢，你可以做到很精准的这个 auto complete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酷的事情，而且这件事的存在啊。让这件事发生的啊，那同理我们可以去思考啊，这样 LVM 呢跟那个什么跟电玩模拟器有关，对，不要怀疑，你看 LVM 跟电玩，对，听起来两码子没什么关系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看，既然是可以是有关的啊，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到一篇啊，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了啊。好，那这个东西呢是我在什么时候讲的？我说哦，2003，4年前讲的一题，就是说这个你就想一件事。有没有可能我们开发一个编辑器，这个编辑器把电玩的游戏把它转换成一个执行档，所以你玩的时候就不需要模拟器了。哎呦，听起来好像很嗨，对不对？好，我们来玩看啊。所以这个什么梗呢？啊，这个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电玩实在是太重要了哈。电玩基本上是加速产业的这个革新啊。基本上电玩跟那个比较成人有关的东西哈，就是。这个基本上都是带动这个产业的，不管是带动这个荧幕的显示啊，带动这个网络的需求啊，然后还有这个网络骨干的这个成长啊，基本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啊，就是基本上需求来自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想就是说，哎，有没有可能啊？你看、哦、画面中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玛丽，超级玛丽啊，这个超级玛丽兄弟啊，超级玛丽兄弟呢，这个好玩地方是什么？它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只在这个80年代啊，非常的火红。好，然后呢，我就想，比如他执行的时候需要模拟器，那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执行档？那变成执行档之后呢，它就不依赖模拟器，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执行档 copy 到别的地方，然后让别人可以玩这个任天堂游戏。好，那所以我们接着就开始讲，哎，有没有可能用 LVM 的什么 code generation？ 有没有可能用 LVM 的 optimization？ 有没有可能？接着我们就来做这件事啊，那所以，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啊，就是跟你讲这个任天堂怎么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啊，它里面是一个
6502啦，还有它的专门处理 graphics 啊，处理声音的部分啊，还有一个客制化的那个机体啊，这东西很关键啊。所以你会好奇说，那个台湾有些公司啊，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那个他在干嘛，比如旺宏对哦，哎，每年都赚钱，但是为什么他会赚钱啊？因为很大比例他赚的钱呢，来自这种客制化啊，客制化的机体啊。好，那这个再来是，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跳过一些细节啊。好，然后总之就是 LVM 好，所以你看，就是 LVM 呢，如果我们去区分的话呢，它其实它里面 API 很细。有专门 Lexa Parser Semantic ST 哦，反正就是，然后它有很多分析啊、抠卷啊什么的啊 ，LLVM 都给你这些 API 提供给你啊，所以你要用的时候呢，像刚才前面那个自动补完那个案例，你就用你想用的 API 做你想做的事啊。那它的 IR 大概像画面是这样子啊，就是大概这个形式，然后它有可能对应的这个最后输出，比方说 Bacon 是 X86 啊，大概像这样。然后呢，Client。它有个对应的这个 library， 我们叫 lib client 啊，就是所以它都是用函数库的形式存在的。同理，也有个东西叫 lib llvm 啊，就顾名思义都是一个做这个函数库啊。所以比方说呢，我们的 ld 啊，我们的 assemb， 我们的不管是 linker 也好 ，assembler 也好，基本上都是用到这个函数库去开发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 code 重复啊。这件事非常重要啊，因为前面讲过像 bfd。那格鲁托券呢？里面它有个 BFD， 它有很多历史因素啊，它很难维护啊，很难做得好啊、哦。很多这个开发，这个后端的开发者就吃很多亏在这边啊。但是呢，有了这个模组化之后，你可以专心的使用到它的 code generator， 可以专心使用它的这个 optimizer， 你不用非常理解这个 SSM 概念，还是要理解，但是你不用了解这些细节，不用太了解这些细节，你可以充分去使用它啊。哦那所以我们好，所以我们来想思考一件事啊。所以你就想一下一件事，就是说，假设任天堂里面要做一个 Hello World 啊，就像这样的一个画面啊 ，Hello World 这样程式大概长这样。然后呢，哎，我如果可以把刚才那段这段程式码把它转成 LVMIR 啊，大概像画面成这样子。好，然后那接着呢，你可以用那个 LVM 啊，然后那个可以这样。用 LC 好，它是一个 static compiler， 所以你就可以产生最后产生一个什么，就产生一个 object file。那 object file 再就透过这个 linker 好，注意到这时候就不是 compiler 了，对不对？这时候显然是 linker， 为什么？因为这边输入东西是一个 object file， 好，所以 GCC 做一个 compiler driver 啊，就把它输出成 ELF 的执行档输出，好，所以你就可以印出来。所以我们在思考一件事呢，哎，我有没有可能呢，把刚才那个东西？啊，就是什么？假设呢，我这个我也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阶段，就是说我真的去针对这个6502，针对这个模拟器的这个环境，我提供一个对应的 library， 利用对应的一个操作呢，我把它处理啊，比方说去解析它的 nom 啊，我去解析里面的那个内容啊，解析里面的操作，然后把它换成执行档，可不可以做啊？事实上是可以的啊，所以在这边投影片里面有个那个 GitHub 的连接。我之后再把它补上去啊，所以事实上呢，你就可以开发出一个什么，开发出一个 static compiler 啊。那你看这个东西很棒的地方是吧？哎，这个所以你就专心写你自己的 front end 啊，所以这很好玩啊。你事实上就讲使用 front end， 然后去使用里面的那个 optimizer 啊，然后你用既有现成的什么，现成的 back end 啊，你就可以这样，就可以输出，所以就可以做到让那个把电管模拟器转换成 static。就是转换成一个 executable， 这个 executable 本身不需要依赖模拟器的存在。好，那所以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哈，就是说因为 GCC 4.3 改用 GPU 第三版哈，这件事其实冲击很大，所以我们今天关注这个 open source 啊，绝对不能只是看技术，所以我再讲一次，千万不要只看程式码，因为第一个是什么？你看不完嘛，像那个 Linux kernel 对，它已经超越2000万行，你怎么看得完？每个小时改版8次，对不对？8次是几百行、几千行这样改啊、哦，你不可能看得完。所以第一个，研究 open source 绝对不要只看程式码，因为你看不完。第二个是什么 ？open source 背后的它的这个什么，像这种因素，对不对？授权模式改变导致技术大转弯，导致社群开发大转弯。导致很多
本来是合作的变成敌对的，好，当然有可能原本是敌对的变成合作的，好，像 Microsoft 已经就是这样的。 Microsoft 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他说什么，说 Linux 是什么，是一个癌症，癌细胞会污染电污，还有搞乱这个什么软体生态，就说哎呀这群人啊，这群人这个反商的人，好，就是反的商业人，然后那会让很多商业活动动掉。但反过来不是啊，你看像今天 Linux 可能发展不止没有反商，而且让很多商业活动变得很容易，对不对？像你说你今天搞个东西 machine learning 搞得很厉害，好，你做那个什么影像辨识做得很厉害，好，哎 Linux 存在让你做到什么事，你不用花时间去研究怎么打造作业系统，你不用花时间打研究怎么去处理这个档案系统啦，花时间去研究资料库怎么处理啦，甚至不用花时间去研究编辑，对，因为你都有现成的，你一毛钱都不用花，你就专心做你的 machine learning， 你就专心做你的影像辨识，对。然后更酷的地方是，如果你今天影像辨识很多演算本质上都是通用的，你可以直接用 OpenCV 啊，然后你的演算来做最高价值的地方就可以。那说，哎，这样怎么赚钱？当然可以赚钱啊，因为你做最有用的地方啊。反过来说 ，open source 让没有产值的东西就很快就淘汰，对不对？假如你的东西没有太大价值，没有太大的独特点，那开发 open source 的社群就已经开发出来了，对，你就不用做了，对不对？或者你做了也没用，对啊。所以你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你做东西对这个社群、对整个产业有没有 impact， 但是你又可以省掉很多成本，所以它不止没有反商，而且这样，而且让很多商业可以让有价值的东西放大变大，好，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高速公路，对不对？大家捐一点钱，大家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高速公路打造出来之后，你可以跑得很快，所以你的跑车，你的什么运输变得更可能，所以你的价值在运输，你的价值在你的跑车啊，这品质啊，你的价值在人际流通变得更什么，人际交流更频繁，然后货品对不对？货到付款什么的，很多 business model 变可行了，对不对？以前货到付款为什么不能很有效的执行？为什么？因为那个送货太久了，对，所以你不能，你可能要先付款啊，对。但是现在不是，你现在可以货到付款，啊，不满意退回来，对吧？因为物流变得很方便。好，拉回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因为 GPU 有这个 license 改变啊，就是从 4.3 之后呢，采用那个 GPU v3 啊，所以这个改变之后呢，对那个Apple 做了很大影响，所以就决定了他们开发一个自己的 clan。 然后呢，注意到一件事呢，所以如果你用 Apple 的套件，你会发现很好玩的事情，就是 Apple 的套件呢会有一个 GCC 4.2 的套件，因为 GCC 4.2 呢它是还是什么，还是 GPU 第二版， GPU 第二版不会介意说这个什么掏空架空这个 GPU 的 GCC 这件事，所以没关系。所以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你的那个，如果你用 Mac 的话，你很大一段时间会停留在 GPU 4.2， 就是因为 license 的考量。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有认知，我们今天研究 Open Source 其实有非常多细节要去认真去评估。好，那 Clan 呢不只是做一个 language frontend， 其他考虑的都可多，甚至你可以它可以模组化，所以比方说像那个我们之前讲过这个 Android 的这个 Render Script，Render Script 是什么？是 Google 版的这个 OpenCV 哦。然后呢，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Render Script 的编辑其实就是从 Clan 来过来改的啊。已经有 Clan 基础之后呢，所以 Render Script 的那个开发好，它的 language frontend 就可以开发非常快啊。然后很多 code 呢就可以使用 LVM 的那个或者 Clan 啊 ，Lib Clan 的那个 API， 所以它可以大幅加速它开发。然后呢，它里面的这个可能你就号称它的那个编译速度很快，所以比方说我们来做一个对照，比方说你今天同样都在程式码，上面有一段 C 加加的程式码，如果你用 GCC 4.7 跟 Clan 3.1 去对比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上面 GCC 编译出来那个你根本看不懂那个错误讯息，而且错误讯息还比原始程式码来多，那么超痛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 Clan 3.1 的话，你看起来比较开心，对不对？它直接它你看它一个箭头跟你讲说，哎呦哪边有问题，所以就是它的那个 diagnosis 是做的很好。然后呢，这个 Clan 呢加 LVM 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脱圈啊，那就可以很多东西可以重用啊。那这边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说，
有一个观念叫 cross compiler 啊，cross compiler 是什么？就是说，你去想一件事啊，假设你的手机的运算能力很有限啊，当然今天不是啦啊，今天你的手机运算能力都很强啊，所以我先假设你的手机运算能力很有限啊，所以你在上面执行编译器有可能是不现实的事情，因为它的机体很小啊。当然我是说以前的，不是现在的啊，就是以前的手机机体很小，运算能力很差，所以你不太可能在上面跑一个编译器，对不对？这很不现实，更跑不动。所以呢，你要怎么编译？你就是拿出你的 Mac，拿出你的 Linux，对吧？在上面开发程式。好，所以如果你的编译器呢，它可以支援什么？好，我在 Intel 架构下执行一个 Intel 的执行档。好，废话当然是 Intel 执行档，对吧？执行的对，好，Intel x86 的执行档才能够执行。然后执行完之后，我的输出什么？按的指令。好，所以你看到我在 Intel 架构下执行 Intel 的这个执行档。Intel 格式，Intel x86 为基础的这个格式执行档，然后呢，它可以输出 ARM 的执行档。那这样我们称为叫 cross compiler 啊，那它对应的名词叫称为叫 cross compilation 啊。那注意到一件事呢，就是说在 GCC 啊，GCC 来讲，你有做过嵌入式系统或者上过嵌入式系统课程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通常都会跟你讲说有一个东西叫 cross compiler，然后就是这样的东西。他说我把这个编辑在 Intel 架构下执行啊，执行完输出 ARM 的这个执行档，我们叫 cross compiler。所以第一关通常都是要让你接触这个 cross compiler。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LLVM 呢搭配 clean 啊，本质上呢它就有能力做 cross compiler，也就是说我只要选啊，就是说比方说我的原始程式码是一个 C 的程式，你放在 clean 啊。那你透过中间的 LLVM 的 Bigcode 跟 Optimizer 啊，那你可以选定我用 S86 就输出 S86，Power PC 就输出 Power PC，ARM 就出现 Power 那个 ARM 啊，这个是 OK 的事情。然后所以事实上呢，你不用特别去准备一个 Cross Compiler，你不用，你只要选定就好。但是呢，Cross Compiler 脱圈就是两件事。这个为什么我说这是两件事呢？因为呢。从头到尾不是那么单纯啊，你不是只是产生那个执行那个 machine code 就够，对不对？你的 C 中看在哪里，你的 C library 在哪里，对不对？包括你的 linked script 有可能都不一样啊。所以事实上呢，你需要针对 C 中看、C library 还有这个 linked script 去准备一个跟硬体架构有关的版本啊。所以我们称为这个东西叫这样拼起来才叫做 cross compiler toolchain 啊。所以不要把 cross compiler 跟 cross compiler toolchain 搞错。Compiler 只是其中脱圈其中的环节，所以如果呢，你让 Clang 跟 LLVM 做出一个脱圈，事实上你要搞定刚才讲的事情啊。那这个东西你在 GitHub 稍微搜寻一下，可以找到以 LLVM 为基础的 Cross Compiler 脱圈啊。然后再是，我们在前面有讲过这个 RTL，GCC 的 RTL 呢，它就是来输产生那个产生，它就是一个 IR，那这个 IR 呢，可以让你产生对应的这个 target 的，对吧？他给的这个 assembly 输出啊，然后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呢，这对应到 LLVM 它的作用是什么？这叫 table chain 啊。那 table chain 呢，在 GCC 是 RTL 对应到 end 啊，它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大概能他们能看到这样啊。那你可以看到说，这样东西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它一个是一个 DSL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啊，就是一个领域特质的一个语言啊，这个基本性 definition 啊。Description 啊，那这个在这个 LLVM 是叫 Table Chain 啊，它的语法呢就跟 GCC 不一样啊，GCC 很爱那个 S expression 对不对？一个挂号对，看不完的挂号。然后呢，让这个很常见的技巧啊，所以为什么要开发编辑器？为什么要学习怎么设计一个编辑器？很多时候不是来维护 GCC、维护 LLVM，对，很多时候是你真的就需要定义一个语言啊。所以注意啊，这边这个是一个语言啊，在做这件事。他的行为就跟那个，跟刚才讲那个 RT 很像，好，所以我们这个忽略。那我们刚才有讲的是 Solution Deck 啊，这个东西就很经典啊。这个呢，如果你 Google 搜寻找一下啊，你可以找到非常多论文，还有非常多研究在做什么 Instruction Selection 啊，所以它是一个要去，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议题要去处理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啊，就是讲这个编译器的这个演化啊，其实它。就是搭配 LLVM 可以做非常多事啊，像比如刚刚前面讲的这个 IPO，然后或者搭配一个
编译器来做这个编辑器来做一个 auto complete 啊，或者说一个前期的这个语法的检查啊，或者是说像前面讲的那个电文模拟器那个案例啊，所以你有很多组合可以发生啊，所以这个是这个 LVM 给你的很棒的地方哈。那它有非常多的应用啊，比如说像这个 OpenCL 好，那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 SPIR 啊，那就是一个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给 GPU 好或者给特定的那个执行单元的时候呢，我先转成一个中间形式，那这个东西是有标准的啊。那这个 OpenCL 它定义的标准叫 SPIR 好，那注意到这个东西有在改啊，对，所以我们讲这边通篇的时候有至少这个部分已经过时了哈，这 OpenCL 已经不是1.0了哦。那这边里面有一些好玩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哈。倒数第二段呢 ，compiling 和 compiler 就是讲这个前面 Ken Thompson 的故事啊，就是说去改系 compiler 啊，然后让那个编译出来的那个 login 程式怪怪的啊，所以 Ken Thompson 可以 login 可以在遇到全世界每个地方改过的那个 source code 什么东西的 source code login 的 source code 的程式码是一样的，但是系 compiler 改过了啊，所以他会杀一些怪怪的 code， 导致 Ken Thompson 可以随意的 login 世界上各地的 Unix 的那个主机啊，这是在你可以找一下这篇文章啊，找这个模式的这个描述啊。那再来是说，在这个 Wikipedia 上面有针对这个 Linkline Optimization 啊，它有多描述啊，包括说这个上面讲那个 Interprocedural Optimization 啊，这个都有描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哦。好，那这边快速补充一些资讯，然后顺便做一些复习。好，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在 GCC 呢，它其实带来这个一定的程度的那个效能提升啊。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也可以看到说 ，Firefox 如果做了这个 LTO 的话呢，有机会的人家呢去缩减啊，缩减的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在 C 加加里面有非常大量的这个 function 啊，而且很多 function 本质上呢，它那个成本啊是很惊人的啊，所以有机会去缩减啊，然后在这个 Firefox 例子呢，有机会缩减这个一半的那个 virtual core 啊，这是一个很关键议题啊。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在 GCC 人发布的时候，它就有个。它有很重要的卖点就是什么，就是很重要的亮点就是在这个 LTO 啊。然后呢，这边的话你可以去对照看一些这个 GCC 的描述，在这边有一份很不错的文件，然后去讲啊，就讲这个language front end 啊 ，ST 啦、啊，然后middle end、啊、就是 IR 的部分啊，好，然后 Jinko 啦、啊、之类的啊，然后后端的一些描述啊。然后这边来讲的话，就是有讲那个前面有讲那个 pointer aliasing 的问题啊。那这边还有这样 script aliasing， 那这个有一个朋友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编辑啊，他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他的专题就是做 GCC 的研究啊，然后跟他的同学聊过啊，我还蛮感动的啊，就是不是感动，蛮震撼的啊，他就真的 GCC 一行一行去测试啊，这太伟大了啊。好，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大概跟大家提到这里啊。那事实上做一个编译器啊，其实要考虑的议题还蛮多的，然后是让包含所有这个 coding convention 啊。那这边呢，这样你可以参考一下共笔啊。那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看起来是没办法探讨，不过我们之后的系列会在涵盖啊。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拜拜。